串串串起来，串串串起来。串串串起来。那串起来。那那本是好多可以看的。啊，我现在看灌高那个，现在最高也到那个900星了，好扯。只有星900分吧？啊，对啊，900分呢。900最高可以到两千多分。拿一万多吧，你知道吗？一木。最高可以到两千。我玩的鲁川。上个季不是那个谁15岁还是谁，不是打很多分？全服最险。 我们，后面这边。那有喜分的，不知道谁喜分的那什么什么，一个一撇，那个飘那个啊。啊，我想一下，我要用谁守工程？哦，布鲁安安哦，布鲁姐姐哦。啊，我们先来测试一下。那布鲁怎么那么快就可以加入？好烦啊！ 他肯定是有收到通知的，标题没改对，我现在改好了。Mandy 安安哦，现在你们有看到标题改的吗？我们今天的标题是 Luba 生日快乐。<笑>狂暴木拱起来。啊，拱起来是不是？让谁得分啊？大家一起轮流得分。我们一起去猫鸡哦。 一起喵喵喵喵喵，见证奇迹。哼，什么见证奇迹？他就见证奇迹啊！哦，真的假的？对面有人叫见证奇迹吗？这么屌！见证奇迹，哼，很靠谱。什么？很早？对，布鲁小姐今天很早吗？来啊，努巴利列试炼的啊！我先跳一跳吧。来啊，我跟你讲，肯定好的。反正今天我就是玩古川。 肯定就是你的试炼了，努巴来，试炼吧，好球，努巴来，有没有看到这个挡拆？有没有看到啊？我这个神后撤就不多说了，挡拆，白痴，我把你挡那么好。哼，啊有没有神后撤？努巴不要跳那一段，不要跳那一段，我自己来。跳跳跳，不要跳，我就跟该死。哎呦，我秒不到。哎呦。 我居然被你补到了！哎呦哎呦！跟到跟到跟到，板哦板哦！哎呦，好秒哦！跟到靠边，那我下到。鸟哦！靠边！哦，怎么这个时间点？姚哥六五一。哎呦，板哦，好险好险，碎哦！等下你可以取。碎哦碎哦！怎么了？正日安安，好险哦！你以为我是他妈一般的，他妈不会给你？哎呦！ 哎，努巴不要啊！不要试炼啊！只有你，只有你有。今天不是我主打。但也可以啦。也可以啦，你生日你挂点以后，那我下，那等我等一下，我下一场玩男版好不好？你把我刚那个，我刚那个怎么没进？属羊。你要改名字啊！你要改成说，你要改成说我今天生日最大。哼，生日最大。对啊。对啊。 你改名字啊！你改名字啊！你说我今天生日，然后他们就可能不会盖你。改名卡很贵，200多。不是我想先送一张吗？完了，没关系，盖回来。哎呦！靠边！我你知道穿过去，一直被这招骗哦。反正没想到会有这一招。哇！哇！这怎么起来？哇！准办！你怎么会？ 你自己用工程仓的偏种阿姆，结果你现在你现在还在那边。好球！哎，他奇迹组完成了，靠边，反哦，干完了，没事啊，你自己的锅要自己打回来啊，好不好？有进吗？好球！心脏很大颗，哎，好烦哦，看鲁巴心脏很大颗，哦。 主攻位置不对，怎么可能？他好扁，不是不是，为什么？所以哥真的，为什么会主攻位置不对？不可能吧？哇！是呀，哇哈哈，什么鬼啦？这乱流是不是啊？彼此都来个乱流。哎，对，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起跳太晚？怎么可能？难道古川德川说已经不见了吗？哇！主攻位置不对，为什么？ 怎么可能啊？主攻位置不对，以前不是很晚跳都跟得到。
欸，不是啊，鬼了，不是超鬼的，为什么？那个完全都为什么？为什么？左位置不对，没有为什么？我盖到了，对啊，为什么？好球，小心铲，小心铲，莫名其妙啊！没救，没救！对啊，好球！他妈绝对无敌的穿梭，那古川的必胜定律要消失了。巨！追平，追平，追平，追平了，追平了。我们测试一下古川，有啊，你看有开到、啊，所以现在要怎样？哇，完了！现在要贴比较近的对。对，好球！可以顶一球，我大。有没有进？点了没进？耶、yeah ！好球，好球！哦哟，这工程超修金啊！超修金啊！哎、欸，古川，哎、欸，这个哇哇，可以送一球啊！这不是我的本意。喂、欸，进了，好球好球！碎碎碎碎哦，这个抓不错。哎呦，进、哎，好球啦！进了球啦，幸好我们盖一颗回来了。对啦，超球进！喂、欸，哎、欸，屁啦！喂喂喂喂喂喂，去看干干干系统！系统知道生日哦，系统知道生日哦。有没有进？应该是没进。系统之力，注意啊！我要怪难得，怎么会这样？系统之力，好球，好球，好球，注意啦！好球了，直接拉开差距。系统知道要送你一个生日快乐啦！操球 game， 你以为？完了，太远了啊！我有大，盖不到，太远了。干，我有大，我那个一定抵得到。我会被气死。呜呼！再一颗，没盖，没进，卡住了。鲁宝那么奇一颗就靠你了。哎、欸，没进！哇，系统之力，慢。哇，陈浩之力，这个是陈浩之力。哇 ，GG！ 啊，哎呀，我被你卡住啊！卡住我还有废话。鲁宝，陈浩之力哦，要小心的哦。小心，小心，快闪，快闪！水啊、哦！哎、欸，第那个要一个自信闪。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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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小心一点，我们小心一点。哦，抖屁啊！屁啦！哦呦，嗯，是不是？那干你！马上送回去，根本就白干。那个那么近，怎么可能就掉？哎，他要掉回来，他要过来。有没有搞错啊？哼，好了，应该是大局已定的啦。计分一下，外面那么久了。好了。鲁宝，我顺便跟你讲一下，我们有很多人在跟你说鲁宝生日快乐。好了，送他们下去了。啊，送他们下去了。拜拜啦！拜拜啦 ！Tomorrow。鲁宝要不要跟聊天室的各位说一下？哦，鲁宝很快呢，我还没有 Q 鲁宝，鲁宝就已经在聊天室打字了。谢谢大家哦。谢谢谢谢。先试一下，试一下啊。鲁宝有问说你的店在哪里啊？你要不要贴一下？你都没有，我们每次给他贴上来。有人揪团要去 Luba 的店啊！疫情结束，现在 Luba 的店是一个 Luba 的店是一个吉祥物的存在，是不是？哎、欸，你看，我们去看 Luba 一下哦。哎、欸，我快升了，我再一两颗星就是真的哈、哦。哎、欸，为什么我跳出来了？要重？要重开啊！你要再两颗星，我就上去。来来来来，哎、欸、呀，你要。来来，鲁宝，所以你现在是想要玩？你今天的愿望是想要玩进攻角吗？哎、欸，为什么我邀我陈浩，我邀你又没进来？就是一直玩，我就是一直玩，从头到尾一直玩樱木就对了。你就是一直想玩樱木就对了，可以啊，马西可以啦。好了，那就你就自由发挥啦。反正我就两只啦，樱木。不是玩樱木就是玩阿木，那你就自由发挥了，好不好？哎、欸，你要不要再讲一下声音？我怕等下那个我看到现在看到的声音很小声、啊，不要再喔了。Yeah， 难怪现在没人要选古川呢。Yeah， 古川真的有被修改落了吗？你今天吃花枝丸？
什么叫做阿鲁巴是开什么店？继续要被阿鲁巴吗？阿鲁巴开永和豆浆，浆浆浆浆。谢谢中盛的鲁巴生日快乐。布鲁姐姐，你今天是点那个鲁巴店的花枝丸吗？来啦，你要选一只能得分的呢。我这一只先到他妈随随便便他妈得二十分。你要选一只能盖、能盖流川枫的呢。有你在就不用怕了，流川在。啊，你是你没有啊？那他对位他对位那个哦，欸、没有我对位流川呢，因为武藤是大前锋。LMS 哎、欸，他是谁？都已经解散了。啊，我等一下想玩。我等一下玩，想玩好一点。难得鲁巴生日，让陈浩回家慈善开心一下。为什么鲁巴生日要让慈善开，要让陈浩开心一下？我们肯定没问题。我等下玩慈善。哎，这场我跳不出，这场我跳不到、哦。没事没事。不要先否定自己，你看，什么跳不到？鲁巴，我觉得难得今天这么开心，对不对？哎，干干嘛？这个一段，你这边没有想说吃他身位啊？看到哦，两把。我跟你讲，你今天这么开心，对不对？让陈浩玩一下慈商，然后让我玩一下那个，玩一下阿木。哎、欸，没进，靠北怎么会这样？对不对？第一球嘞！看，超节操！你到底操嘞？哇，完了！哦，我被骗了，我来不及，靠边，速摇板哦，好球，乱流。然后乱的是，又没进，乱的不是流啊，乱的是你啊，屁啦，他都进，干乱的不是流，乱的是你，好不好？真是，哇，该进了吧？看又没进，你看，我就说了，系统之力啊，气你妈！你只要有一球没进，你就一直想顶到进为止啊，是，哎呦。哦、不是什么，你不知道改版就已经写没有机制球了，你给没矮？谁？真的吗？啊，对啊，改版就写、啊。上一场流川就顶得很那个啊。哪有顶？这一次最新的改版吗？最新的改版就跟你讲说干扰、啊，不是，就是跟你他就已经说了，就是现在机制球很明显，所以他们不太想要。流川跑了。你看，他不是都没进，他三球没进的、啊。还有我有贴。没有他就写说不想要这么有明显的机制球。不想让大家看起来好像都在打机制，不想找空位，所以好不好？机制球它是官方自己最新的改版吗？对，还上次对最新的改版。我们上次我们前天打那个，我们守好，反正这礼拜三改的就对了。そうですね，好不好？他就有写嘛，你就不信啊？そうですね，我信。人家跟你讲机制球不想要，官方不想要这么无聊，捏呗。靠边！自干先到。那乱流。哇！二段，二段完了，古川了！哇，古川坐外面看戏。古你妈了！我已经被他骗掉了。你掉下来，明天还来得及。来不及，好不好？可以啦。被盖。奇怪。好、哦，卢宝被盖。篮板哦。啊！我在干嘛？小啦！我要灌篮呐！哇！这场很乱，对啊，直接个大乱嘞，乱的不是靠边嘞，没有没有，乱的不是我们，乱的不是我，还投降算了、欸，每场二三十分在哪里啊？靠边，我操，完了啦，完了，二段没有这种事。没有中，还得问我，但又没进，好像很屌一样。但我觉得这一版中锋应该要大崛起。要什么大崛起的？要什么大崛起的？没有、啊，就是拼板啊！看好悲哦，哇哇，这到底是三小了？和你们不一样，我敢正好。海南哇、哦，我们来看一下这场到底有多惨，好不好？垫十分的嘞。干被武藤打烂呢、欸！你就把球给我就得分，就这么简单，你硬不给啊？这场让你铭记在心啊，好不好？靠边嘞！盖，我觉得是武藤要崛起了吧？武藤拉控位哦，你看武藤都比你准，铭记在心，是不是？你看，我第二球没弹出来，
然后球在对方手上。看，那是鲁巴的啊，跳不到啊！哇，水啊！哇塞啊！哇塞啊！武藤来了，武藤来了啊！哇！哇！干武藤崛起！哇哇哇哇！哇！没进到鲁巴。下去。哦哦哦！哇哇哇！配合哇哇！武藤崛起啦！干！那我操地刀，他怎么一副像地刀的样子？哇！嗯，我的球！哦哦哦！干！他妈的！哇！好惨啊！惨爆啦！六比二十啊！什么鬼啊？一个铲子，还被盖哇！那武藤要有没有？武藤要扑球哇，好屌！你这个混蛋，好惨啊！好惨啊！先到做事啊！做事啊！啊！武藤神操作，鲁巴你几岁？你今年几岁？今年三五了吧？我今年三六。啊，三六了，老八，老八传奇。对啊，今年是鲁巴的本命年，今年是你的本命年了啊？怎么？今年牛年啊，今年牛年。怎么才刚过生日就这么的？就这么的，嗯。鲁巴上传奇就是老八传奇。什么老八传奇？老八传奇为什么要上传？上传奇啊！鲁巴，看来我们要，看来我们是不懂。看来我们要拿出真正的实力了，拿出真正的实力。嗯，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听说，啊、那我就把武藤拿出来。你要把武藤拿出来？你干嘛啦？你干嘛啦？管理员怎么当？管理员我给你就可以当了。是我觉得古创这变烂。时尚要来的吗？我们今天鲁巴生日，都先鲁巴要玩谁，我就先帮鲁巴抢什么。你等下换完进攻角、啊，对吧？换我玩进攻角、啊欸、我吗？我玩没有啊，那个、啊，干、那個、你，圣人啊，对啊，圣人玩进攻角。鲁巴，你看他拿慈善了吗？不是，我会把你手好。白痴，拿阿神最怕就是慈善了啦，我肯定是要拿慈善啊。我头好痛。那你拿个进攻角吧。哦，进攻角是不是？我才是超级鸡鸡啊 ！Trust me 啊！我跟你讲，完全不用过来守阿神，我直接一个人干爆他。我觉得你拿那个什么会比较好。你不要，你相信我啦，鲁巴。干，直接把球拨掉了。我说陈浩拿公益会不会比较好、啊？也来不及了啦。没有啊，应观众要求啊，慈善啊，有人说慈善必输定律，没有没有没有。哎、欸，你不要把我的胜利搞定了，我都快六十。我换六十趴的胜利，干池上一百场33%，你就知道我心脏有多大颗，你知道吗？叫小贺，我们不是常跟他打闹吗？而且我跟你讲，你那个33%肯定是因为有我陪你打，然后有赢，好不好？你那个自己都不知道，哎、欸，可是我记得你自己应该不会玩池上，那代表我们真的输很多、欸，害怕。那表示你们不给力啊！干你哪、啊？想看鲁巴进攻。安娜，安娜，鲁巴玩，鲁巴没有三分角，不然就给鲁巴玩三分。我有公益。鲁巴是没有，鲁巴应该是没有胡渣的。我公益啊，我公益100%，真的。跳一颗，直接拔一颗，干，不是完了，再干，居然可以投进，居然可以投进，屌！哎、欸，要换吗？还是怎样？换什么？换、啊，去守啊！岩杆，为什么没有岩杆呢、啊？很奇怪。绝对无敌的传说、哦、有没有？不太杜鹃季季菜呀！哦，烦死了！我的干嘛呢？不是啊，我的那个又国防部我的北的。哎、欸、哎、欸，为何？什么鬼？你跳起来把它盖掉啦！哦，好，我把它盖掉。你不要盖，你干扰它就好、啊。你到底是花小了？不是，你不是很会盖？快给我、啊！池上的火锅你不会盖吗？板呢、啊？池上的火锅很猛，不会啦，只是我刚刚本来想要就纯粹干扰他就好，你就干扰他就好了。
你应该那个你那控位，看到没有？我卷池上的墓地，墓你直接剥掉，我管你。墓你个大头鬼呀、啊！你不要被连干。那、欸、这普通干扰是啥骨？是啥小了？知道、啊，就他的问题啊，不是我问题。哇！在重杀我、欸！我要假动作的啦，没事，我自己救他。你不要假，你为什么要？你为什么要假？你为什么要假？不用你假，好不好？不是，这就是这样啊，这样是得分的套路啊！靠屁呀、啊！你直接把球给我，我就可以得分了。Trust me 啊！哎屁啦！哇，有这种事啊？哦对，哇，他的飞好远。对啊，他那好像先到的那个。不是干，为什么刘川刚没抄到？他球迷都还在手上啊。被干，全部人都等着干你、啊。给我、啊，给我。白痴，他们不走我，为什么要给你？干。篮球火哥，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唱更久远的。你都扭腰不腰？进了。干什么鬼啊？哇！打断他的腿，真的哦，没办法，今天卢巴生日，那是人家观众说卢巴生日给他玩的，嫖笑。完了，我卡住，卡不住。好，那没办法，我知道用我的最新招式。二段好球。二段好球，二段他怎么那么快？他都出完二段根本来不及，没有来不及。他已经飞到篮筐上了，还要飞二段，没进了对吧？我把字幕推开了，完了，推不开啊！走开！二段，我自己来盖。来，我们态度劝积极太阳，外气为了梦想。我难过，没人防守我啊。我难过的是放弃，放弃还拿不到球，放弃的梦被打碎。水啊，这样球就来了吗？好，快给我！来，别抄！干！我干什么？等我二段，好啊！我现在只要一段，哥，快给我，快把球给我！我一段呢、啊？水啊！我得分了！水啊！好，水啊！这么远，这么远！来来来来，我水啦！水啊！你以为啊？捡不到了！哎，好球了！不要盖他，不要盖他！鬼遮眼哦！什么要盖啊？什么鬼遮眼？要盖啊！要盖他鬼遮眼！二段。水啊！我要盖，其实阵容也不错嘛。你鬼遮眼才可以红杆呢。还有情非得已什么鬼？新不了情。还有新不了情，更远就对，更久远。我们要一个一个再比年代久远。哇！被他吸走了。跟到。屁啦，这种都盖不下来。那我比较喜欢天若有情。盖下来什么事都没有。哎、欸，冲他下一个空位，我就知道。屁啦！哦 no！ 为什么没有捡到？我传给你们，为什么没有捡到？因为我跟你一起跳起来抢篮板的。哦，不要闹了。不要闹，真的吗？那我就不跳喽。你看，篮板我的、啊。敢是你叫你叫陈浩不要闹的啦！你要叫不？你叫陈浩不要闹的啦！不是靠边哦，哇！我直接骗走哎、欸。为什么你的？为什么你的不是靠边？我联想到永电是靠背，永电是靠背，关我屁事哦！永电是靠背，关我屁事哦！关屁事哦！关屁事哦！永电靠背，靠背，这个死屁家是全家背啊！永电是我靠背啊，关屁事哦！笑死！白痴！干你他妈、啊！你的那个什么？必输你呢！啊！刀剑如梦是什么鬼啊？哎，靠呗！真的？干！我怎么没有看到？对啊，为什么啊？他为什么都显示那个、啊、主攻位置？对、啊，我看实在看不太懂。我直接、我帮你挡开，你就打个那个呗、欸。有个后仰啊，我可以来。哦，我就忘记怎么按了、啊。后仰哎、欸。没有，没错，我忘记怎么按那个。干，为什么？哇，丢掉起靠背，丢掉起靠背。你那个三只顶，我也是对。哇，智障，丢掉起靠背。哦，没捡到。再给我。丢掉起靠背。喂喂，我没捡到。哇，该不会再改？快给我！我一段。没进啊，卢巴大招。干，为什么？改版之后为什么这个球没吸到？哎、欸，连续两球哎、欸！你去帮他盖，你去帮他盖猴子啊！然后去帮他盖阿粉。啊，这样还盖不到？
啊，卢巴来啊、哦！可以可以可以，快给我快给我快给我，再试最后一球。我们态度劝聚聚菜呀，外企为了梦想，吃上得了一个四分。倚天屠龙记就知道哦，欧龙谁都也来了，欧龙兄的安安哦。我们看一下刚刚什么，情非得已是不是那个？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我觉得我的磁场还是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三个被动超级得十分。倚天屠龙记，干你的磁场，你的磁场是哪小？我看一下。哦、我看看你实际上是干嘛？得十分，干最好是我得十分的慈善啦，怎么过瘾啦？怎么过瘾啦？哦，我受不了，我要去拿一下水。哎、欸，为什么不能要？为什么不能要卢宝？为什么这样？你是晋级了？没有啊？什么？啊、什么吹喇叭？吹喇叭会被吹喇叭会被 ban 吧？吹喇叭啊！我去拿个水，你要的爱。我明白你要的爱。是这首吗？是这首吗？什么？我拿水，我拿酒，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肯定是喝水。哎、欸，你知道现在不是有个大嘻哈时代吗？算你应该不知道什么大学、啊？干这一看就是三分，想要模仿我们的三分阵。不用怕，不用怕，不用怕，不怕。那你觉得怎么办？我们直接抢起来。你跟、欸、不是啦，这样不能打啦。啊，你不是要跟他三分互尬？啊，不然我玩谁？互尬，我玩时尚克制他。那玩这个是，我猴子玩猴子，靠背。干他们靠背阵容啦，重点是靠背，完了，靠背，重点是靠背。我就刚刚就跟你说，他要模仿我们的阵容，要不然手抢一目知道一定是我们。所以我刚要选谁？我他妈刚要选谁？上次把内藤拿走啊！哦，干！我刚要选内藤，你又说什么？这样谁进攻？核心就是内藤。我刚才说我要选内藤啊！你说怎么要选谁要进攻？哦，对，好忘。妈的！这场我要被霸板。顶掉起靠背啦！没关系，不会不会，我直接把球拨掉。我直接傻眼。我这场是属于出来输板的。哼，输板不要怕了。我突然想到那天不能唱歌、啊、我唱歌，我今天喉咙不太舒服。我们不是爆头吗？然后最近就会这样，只抢三个板，然后你们抢25个篮板，是吗？你这知道鱼柱选出来是很惨。那刚刚应该先把内藤抢走。晴子经理刚才在马术频道里面有看我音质吗？我们这个阵容哦、嗯，就一定要选池上出来。看你等下被撞爆，北七。不会啊，大家可以熟熟熟熟熟的。应该。好球啊，卢宝。对啊，嚯！直接吃。快捡，快捡，快捡！我讲，他们这个很难很难弄我的，快给我！真的不要闹事啊！他们这个很难盖我的啊。哪里难盖？他们超难盖啊！那个除了篮下要跟我猜拳呢、啊，阿神又不能盖我高抛。走开！我们就两个，我们就两个，我们就两个一起守啊！为什么要走开？那是北七哦，卢巴一个人就可以单守了、啊。卢巴在篮下就好，不要出来。对啊，卢巴一个人单守啊！我当时是陪你守阿神啊，你笨哦、喔！你看，卢巴来一颗，完了啦！重要不重要不重要？我会把他球给拿走。你苦晒了、欸！我盖，我二趴一盖就可以了。卢巴、啊，给我，快给我，快给我！我操！弹 Q 哇，干嘛直接弹 Q 就好了？没事，我一样可以穿过他的巴巴，好不好 ？OK。ONG， 你以为这个？哎、欸，直接 catch， 我没踩到，没踩到，啊就没踩到哦。啊，你因为你一个回头望啊。我跟你讲、啊，失去的国王就别再回头望，失去的国王。没关系，快给我，快给我，快给我。牺牲是这样唱，忘了。我忘记，我不知道。什么？我们晴子经理四连败，真的假的？没关系啊，反正我们直接自己发明了战术，自己破解。哎、欸欸，你又没被挡，你在干嘛、我的错。我当然是帮你盖二段啊，就是苦他蓄力跟那个啊，蓄力跟那个二段是我帮你盖的啊。好球。对啊，蓄力跟二段我帮你盖啊。敢不行，我们必须正面对自己。最恐怖的敌人，反正二段跟蓄力有时候我帮我是帮你盖这个、欸、这个就是我的，这个就我的啊，盖没盖到、啊，没事啊，没事啊，
这阵容是我稍微乱流一点而已。对啊，靠边嘞。给我啦！哦呦，再给我，再给我！哦，干、啊、完了，完了！我应该你一直打内的干。你怎么去投投个中距离、啊？这样你还有自信三分？应该、啊，应该、啊。我跟你讲，来，他们这一队就是盖不到，就是盖不到近距离的啊。但你都没有自信三分用了。我们要用我自信三分搞，贴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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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信三分搞不好会抢不到球啊，跟对不对？跟到，我如果被干扰没有篮板，那不就送球了？哎，摸掉摸掉，我都踩在篮圈上了，为什么还是补一个补一个？好球好球好球，漂亮，这个补漂亮。干又没有巧跳三小啦！没关系，你不要跳，你不要跳。看满十八秒。你不要跳，你不要跳，你干扰他就好了。所有的二段都给我。我帮你拉开一只啦，不然这样总没关系，没关系，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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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吃他就好了。就刚就被盖完又不会啊，没关系，他们就很难盖嘛，我就硬塞啊，我就硬塞。盖到我就拿不到地板球，好啊，你就去帮我捡嘛，我就硬塞。你洗完了。你洗的哈喽！完了，这是我抓到的，我谁知道你有大啦？靠边呢！哇，你看，好痛苦的阵容啊！干是你知道吗？你就你干扰好就好了。辛苦的，我就是被挡拆干不到。哎呦哦，连续触发两次奇迹团球，哎！快捡快捡，来快点快点，给我给我给我！给你给你 catch catch， 没进，再给我再给我，快给我！K 了 K 了，水哦、没有又没进，哇！看到了吗？进了啦，应该还没进。终于顶进了、啊，好难受啊！啊哈，我们自己，你干扰，记得干扰，干扰的干扰。我想给呀、啊，但是他跑来跑去的。我只会帮你盖二段哦，我不会帮你盖一段的哦。盖下来。那爬先跑，先跑，快给我，快给我！被盖。没关系啊，水哦，好球啦！卢巴生气，卢巴自己来。我学他欧洲部分。开始开始跑了跑了。我只盖二段了，不管了，反正我只盖二段，管他 K 不 K 的。好球！应该应该。卢巴来一颗，好棒！哦，我反了反了反了，哦，反了反了反了。什么鬼啦？抢不过他妈的长板一路。来，球给我。我再传给你，然后再给我，再给我，不要，快点给我！靠背，我把我不好不容易把两个人骗在外面，你直接给我，我就上去。哎、欸，你那位置要是被盖的话，我是完全摸不完全捡不到球。没事啊，没事啊，我们再盖他一颗就有了。如果来抓，好球啦！我直接开大，我直接开大。算了，我先不用开。我吃饱了。我面前那么开大，对呀、啊，对呀、啊。维修之后跳球变好跳，真的，我没有。他要开大球，我早就等不及了。盖下去，我盖死你，然后换我学啊！给我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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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快！换你放，换你放，换你放！我用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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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我干你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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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狙！我狙！我狙！哦，好球，一段哦！有了有了有了！盖他盖他！盖掉！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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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好啊，还好，简单啦！关键突破！哇！哎，我们打败了自己队。我刚才中间还有大局都没开，就想不到被霸板还是可以，被霸板还是可以，没有被霸板吧？你加起来5-5啊，刚刚好。就说了没有？我们直接破解了，好不好？直接、欸、我要抢五颗，可以。是不是打败了自己？是不是用那个流川直接把对方吃饱，对不对？可以。我们打败了自己。啊、有没有？但是我的内藤真的是蛮会盖流川的。你的内藤会盖硫酸，你他妈虎烂吧！操！靠杯，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影片？看那我上你所有的影片，内藤他妈都盖不到硫酸，好不好？是啊，是我那天跟花枝玩一起的时候，妈的硫酸被我盖四锅哎、欸！那 KQ 怎么都猜到？你忘了？你就只有干你十场盖一场，你干你两场好不好？好了好了，三锅四，我不跟你争，你就是都不争精进自己啦。我不跟 你看，我的内藤都可以盖到人家 catch， 我不跟你做口舌之争。哎、欸，看到这个，看到先到我就头痛了。那这样好不好？好，这样子。那我们打那个先到空间。靠边，你换我抽小啦。看到先到我头痛、哦。我不小心的、哦。老是手搓啊，对啊，我手搓啊，什么都跟尔南玩。
尔南他最近，尔南他好像今天有事，他最近有一些在忙的事情，那应该是今天应该是没有。超奇，我们要拿出那个阵容了，长发一木跟不用了，就正常。我比较想要知道，就是你们今天改版，是昨天改版还是今天改版？昨天改版，改版之后你们玩古川的时候有感觉吗？九九安安哦，九九安安，没有，我觉得古川被改烂了吗？这个不小心，我才不信。没有，真的是不小心的。我看起来像是故意最后两秒才换人的人吗？没有，绝对没有。我只是刚好看到猴子，我只是刚好看到猴子，就突然间很想点他，然后就不小心换到了。大家玩个老猴，那往前冲，你们要往前冲哦。不要对自己没自信啊！我是不会往前冲的，你看吧。我也是不会往前冲的、啊。没进没进，靠背，顶掉起靠背。那为什么是我手流穿了、啊？我手内线，我手内线。靠背你，靠背都没秒到，刚刚没给我秒到。白痴，跳过去有变小，真的、哦。跳那么快竟然没秒到，完蛋。靠背，哇，顶掉起靠背。干什么鬼啊？乱流！为什么他学谁、为什么他是学啊？他学你的啦！干贱人！我是往内线去，为什么他可以学这一招？贱人，反正你就是被学。靠背，有啦，你刚刚有用过一次啊！我傻眼，你把它放掉。可是那个你一定你要用那一招就一定要这样啊！谁要手流穿啦、啊？卢巴手流穿，我手流穿吧。OK， 你们分配一下。用量是靠背你呀、啊！没等到三分线，小田的天下来了。Oh my god！ 哦，直接把球抱起来，我觉得可以。来，快给我！哎呦，去！用量是靠背你。我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去脸书？我在七月一号应该会去，我会七月一号去脸书。Rebel 哦。Rebel 是啥货 ？Rebel 怎么办啦？哦，看还敢投，你还敢投？我相信卢巴，卢巴好凶！我没有，我相信你干嘛？你干嘛？快给我，快给我，快给我！我一二，我干！那他们逼我了，给我直接后仰，哦，没被干，干好扯哦，他垃圾小田。古川这颗应该会点哇！这个往外的要人家帮我，撑不到。没关系啊，卢巴不要灰心。来啊！盖洗起来。不是啊，我想要拜佛啊，怎么我忘记拜佛怎么按？很智障。丢掉是盖。快给我，我拜个佛。卢巴出手了，好球啦！好球啦，然后没进。靠边你！丢掉是靠呗，哇！吸起来！哇，吸起来！拜给我，我拜个佛，我拜个佛，我拜个佛！完了，反了，反了！我那个拜个佛，哦，盖被盖了，被盖了，盖了！我要闯！快给我拜个佛！哦，要被盖了！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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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丢掉是靠呗呀！哇！完了，完了，完了！哇！碎了，碎了！丢掉是地板球假动作，给猴子啊！猴子不知道拜佛。我要看怎么拜佛、啊！哇哇哇！这样也行？有没有啦？谁说不会拜佛就得不到分？感觉就是那101招在玩。我打我打。啊，能得分就好了啊！干、哦！你们被盖最多还敢追我 ？OMG OMG！ 没有、我刚刚都没被盖，我也才被盖球而已啊。我拿到球员这么少。我、你被盖至少三球，至少有。不然最少三球。都是我在那边捡地板。好了好了好了，哎呀，盖下来盖下来，盖掉啊！捡不起来呢。哇，古川，反了完了。还弹左边，我没办法站右。哇，我站右边没法得了。弹得好，万人球分过了。到底我有？当然有变化了。没有，这种忘记招式怎么用？我一直不知道拜佛的那个二段怎么用。用掉血靠背，哇，被卡住了。我以为他后仰，居然换了这一招。哼，还行呐、啊。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输两分哦？怎么可能？哇，进了，好球哦！敢撸吧还是在赌？打
哎，我去德尔国王，注意哦！干，我跑慢，我跑！哦，吸血我，哎，卢巴怎么没吸？跑了，古川跑了！我看，我怎么没看到？哇！哇，我傻眼，我贴太近了吗？哇哦！卢巴小田是，哎，不是啊，那个是小田是，是小田是那个、欸，是陈浩的，陈浩啊，怎么可能没吸到？注意啊！为什么你刚刚没吸到？那个远距地板球是那个、欸，应该是你的才对哦。地心引力吸不住我。硬让，我有看他要学了，哇，厉害！哇，变化，巨油。地心引力抓不住你，硬让，恰恰不哇。我操！我操！一定没进啊！输呀，不干，好险！哎、欸，为什么我明明就按后撤、欸？我明明就按往后了。不能马上后撤，鬼，诡异呀！那是你的问题。板老鲁板，好、哦、球！跳到，快快，有没有大？我把古川拉开，把古川带走，我传给你。好。哎，错！哇！大冠！哇，这兔子！好球，鲁板！来一颗篮板！小田关键篮板啦！把古川带走！直接开了啦！不要浪费时间了，挡一下，完了，没关系啊，捡起来，给我，快给我，没有人守住我的，我要被盖了，我有灾，两个，就叫你给我，你不给，哇，不是啊，给你来不及啊，那个时间点可以，屁啦，你就直接给我，我就得分了，你要是可以马上做出动作，前面就不会那么闹事，你看你都要这样，然后被盖，给我，快给我，靠边，多运了一下。没有，我本来就要后仰。对啊。啊，十八。十八。哦，七个地板球，两个火锅，还行啊，中规中矩。猴子是拖油瓶，意外。拖你妈、啊！我都已经闭嘴了。哎、欸，他们五三六个锅，他们总共十。你们去看回放，干我这个桌球失误，我桌球然后想要死去。干他妈玩一个叫我玩一个是进攻角，死不给我球，你妈啦，干！我再玩进攻角我就不要给了。我们知道 你被盖，我没有靠背你啦。看，被盖白就是要靠背啊，你可以靠背我啊。我被盖的时候我都等着被靠。你妈啦，干他们嘴，鸡巴的。盖的时候你本来就要等着靠背、啊。能得分就好了、啊，干。好啦，我要，就两分而已。我要了。我跟你讲，我现在直接练双转上篮，看怎么按。我可以跟你们打。好，注意啊。我看他怎么按，忘记怎么按那个。我现在马上来看一下演示怎么按。你应该是加了方向键。不是啊，我是要看技能。不是啊，你不是后撤吗？你后撤按不出来啊。后撤要么就是完全不要加方向键，要么就是加面向篮筐。不是，我是双转的上篮，忘记怎么按。干，怎么看不懂啊？哦，先后撤啊，后撤之后突破、啊哦啊、按之后那个、啊、按投篮，投篮键，哦，了解。好，我大概知道了。有人说鹿巴生日快乐。这颗如果投出去的话是空位，完了那一点，再靠边。哈，差那一点点。啊，反正我快被气死，我也快被气死、啊、我按错、啊、我不知道怎么按、啊、我忘记了干、啊、我他妈有没有得分嘛、啊、是有没有得分击败了，我有得分啊，妈的，你多少你多少球权，你他妈多少球权在那边得那个得那个八分，我还得十分，干，你不就得八分，死不给我，刚是我有一个失误要传球按到扣，明明才得八分，好啦，没什么好嘴，赶快开始。干又不是我开房的。对，我先拿饮料。拿那个饮料的根。我以为卢巴要说，我先拿樱木，就是我先拿饮料。我还没有创粉专，我明天才会创，粉专，感谢你们。我们直接在，我们该直接吵架，直接吵起来，直接吵起来。来啊！你要玩谁？选啊！没有、啊，先选啊！啊，先来一罐机器。好了，我这一次球权要给你了，我真的选防守角了。
我选三井出来防守。哇，有人懂内，干你你啊！鱼祝鲁巴生日快乐，意味寒寒。Dennis， 你玩小田不错哦，但是你可以帮我，你可不可以帮我捡球？干你们两个看拿到，你们两个拿到球就跟他干那个球，好像有致命吸引力一样。就我干、欸哦，我一定要出手。传出去啊！我都传出去啊！我都没有进攻，我刚都没进攻。哎、欸，我的池上是二连胜啊！啊，池上二连胜，有。你看胜率从33变三，可以不要再玩池上。你的腿很，你有很多腿，对不对？你 是有腿太多，对不对？我是花子，我就喷，那就直接选，很好。干你腿太多，想断吧。白痴！我这场一定会被弄爆的啊！因为古川很好盖后撤，古川超好盖后撤，然后流川超好盖，超好盖二段，鱼柱超好盖一段，他们也要被盖啊。然后你又不能，古川被改烂，盖不到。干你他妈！然后你又不能那个，你又不能帮我守，哇！我真的头痛。我用你大腿，这可以啊，这蛮守啊。哎、欸，我守流川，你去守啊。盖的啊，我盖他一哦，一定的。我跟你讲，你一定守不住流川。喂，你为什么？我的锅耳朵，没关系。我跟你讲，我可以，他跳起来我就不跳啊。啊，他如果进去我就盖他，这样就好。我只要其实只要专注盖他的那个。哇，我的锅，应该用二段。你一定守不住流川的、啊，因为那个什么，他的高抛会把你吃，会把你穿过去。没有啊，高抛是我盖的。没有、啊，就尽量一起。我打高高，死定了、啊哦。你看。对啊，嚯！我从旁边吸过来，我看以为那球谁嘞？从旁边吸过来，还接得到你？靠边！等到，大哥哥，对了，球了，反应是我的。那这球都给胜了，我把你打拆了。用死区看看，死区也很会被盖啊。依照我的经验来说，这个是不好盖的。这一局我看起来，这一局我看起来我是死定了，好不好？这一局我看起来我目前是死定了。看池上不能直接按着盯防守流川，传的太好了。你觉得这局要盖到吗？到底是中哪小啦？怎么可能盖得到？不是要给我球权，然后让我机会吗？给你了，给你了。哇操，这个普通投篮不是啊，死没按出来，按错了。垃圾死区啊，没按到。喂，没关系啊，我跟得到。没事啊，反正我这个。你只要帮我顾，如果他冲内线的话。哦呦，我有鱼柱在等。啊、好烂哦，我的那个左边死区没按出来，超不爽。左边死区是比较难。连杆。好球了。雨哦。来给我。完了，我要帮你捡地板球了。完了。为什么没捡？直接弄到我手上。再给我，最后一刻，快点。为什么你们最后一秒都不信任我？没有，最后一秒球已在我手上，我没办法不出手。我说卢巴刚才那个、啊。哎、欸，我刚刚怎么干来不及了？没有，那我刚刚瞬间瞄的时候是一，靠呗。哪有是一？哇！滚啊！球都给猴子。嗯，球都给我。怎么看应该是我虽然会被盖，但是总你们是铁被盖，我是有可能被盖。我就不相信。哎、欸，捡不到。哎呦！干没劲哦！干，我要捡地板球。哎、欸，不要跳他，我可以。好彪，是我错。爽了！生日快乐！水啊！为什么他妈的、哦、这现在这么难吸这个这种投篮呢、啊？进了啊！况味毕竟，哈西，要守住哎！
好、哦，水哦！不要再做假动作，让我打个出，直接把球给我，我就直接进去了，冰柜神速，好不好？那、叫你不要在那边拖泥带水，不掉。水哦、就让我赶快来一个出奇，让我打一个快速的一个节奏。进攻都不要拖泥带水，赶快。所以这个我们就越来越打越来越快，他们就越来越出错。等到他们位置站好，我就没机会了。屁啦！为什么？哦，你看他目前成功率零，哇、哦，没有中过一球，为何？卢宝讲话很像教练，真的假的？好难过。哦，傻小，靠背，我都知道他在弄。完，我的错。没事。好像乱跳。盖。哇！被摸。被摸了。哇，GG了。我的球。靠边你！我是篮板黄金木花刀。妈，鱼柱被我一板都没有。这么屌？鱼柱好像一个板板都没有抢到。干，怎么突然飞起来？啊，有了，还抢到一个了。哇！我的哭啊！我的锅，我的锅。啊，头好痛。会把我会把会被自己气死。哎呀！不要再猜，我留我。不要再靠边嘞！哇！啊，他两个板。树妖终于盖到了。啊！我只能说这场我心态不好啊，我心态崩了。不然应该是有机会。这场我们全部球都给你了。对啊。刚我后面打得不错哦，你们看我后面打得不错。有一锅是我的啦。十一锅里面有一锅是我的啦，我先拿走。欸、我都叫回那个黄牌四。没关系啊，我跟你们讲，你们等一下一样好不好？就这样好不好？你就把球给我，但是请你不要选刺伤。要你腰了，要你腰。就请你不要选内藤好不好？我打选内藤。不用，你不用选内藤，你拿一支那个三分射手之类的，帮我把一支引开嘛，你让我跟人家可以单挑。欸、我要，可以啊，那我就选潮起啦。又能干又能拉，还是选藤真。那个又可以捡地板，他地板不是也蛮强？对吧？潮崎地板流啊！我那是配一个潜能是潮崎地板流。你知道我刚才，如果我说啊，刚才那个最急掰的，我会被那么难盖，会被那么难打，是因为大家都挤在古川对位我。如果是流川对位我，我就空间就很多了。因为流川对位我，其实不好守我、啊。好、啊，那我要怎么样选到？你可以选一只藤真之类的。你选藤真，你不就把古川绑死了吗？没有啊，是流啊。喂。对啊，小心背后飞身捡球，没 有了。我说的是这套捡球小弟，我找到了。你的地板球都可以帮你捡起来。哎、欸，是他们呢、欸？干，不用，不需要地板球，你只要帮我用藤针把古山拉开，我就可以把流川吃爆了。那你要看他会不会过来、欸？这场要你用藤针，他一定会过去的啊！看你叫小二会帮你藤针哈，八八这个一柱那就没办法了。你要多一点那个了。是有时候，算，我就站在三分线。弹得好。哎呀！我觉得你冲进去的时候，我应该跟着冲进去。如果地板球，我要把它捡起。哎、欸，我自己单手骨穿，其他事我不管。你当然是单手骨穿哦。哇！哇、哦，他居然没出手，傻孩子，上吊，好球！什么上吊？说上去啊！什么是？最后三分。什么上吊啦？干你啊！你想要编台哦？没进哦，好球，给我！
小啦，这什么？没时间哪个？你这个是这个是在干嘛啦？我看不懂这个操作。就是我都看完我都晕了。难道我刚才下面出现的那个范围不够？我要到处跟他讲吗？谁知道他范围不够啦？没办法出。那你刚刚把那个谁晃起来，你怎么不出手？啊，范围不够啊！哇靠，要被吸走了，没有办法。没事没事。我靠边！我不要哇！哎、欸，我们交换一下，我比较会用边，我比较会用右边。好、啊，我去右边，我们交换一下。右边情绪比较。喂、欸，嚯！啊，进了，我们交换一下，我比较会用右边。陈浩自己投三分比较快，我相信我现在不讲话，我现在要冷静的把这些东西，我把冷静的把这场打完。如果这场他妈再输，我就不玩猴子。我可是全照你的旨意啊！靠边，直接被抓走。那个是被他猜到。没事哦。反正我猴子自己不熟。害了他家，哼，这不是第一场的事。给我洗起来！喂喂喂，不对呀，不对，喂。老师偏右，没有什么偏右了。干你娘！我没看出来，快给我！这场就是我跟你的对决了，干！喂，不对耶，哦、漂亮，那真的漂亮。Sorry， 你这个接技接的很漂亮。哼，古川想来啊，下去 game。他投地，真的。哼，我就在你面前，我就看着你静静的装逼。他超他冲他小了，他在演。哦。啊，我被气死。哦可以耶，古川有改，我不太确定耶。他开始在羞辱我们他们。对啊，羞辱流。看，我得分了。卢、欸、板，不要你不要。我一定会赢回来的。对，對他是不会跟出去的，所以如果地板球的话，你要马上捡起来。我一定会赢回来的，羞辱流。哇，气死！哦呦，哎呀！我们现在输三分，我们是一定会赢回来的。干，没盖到。古川，好球，好球！干，没吸到，烦。哇，没盖到。滚啊，鱼柱！我在推鱼柱，你看到吗？啊，我看到了。看不动他、啊。现在已经改成你们俩推了，好吧？跟以前不一样。你去超级速度变慢，吸起来！哦哦哦，这个假动作！哦哦哦，不干！吸起来，靠边嘞！我的靠边嘞！刘坤威啊！不玩了，不玩了，气死！哦，被等了，被等了！嗯，气死！靠边！给我给我！干，我都最后一场了还不给我？注意哦，给你了，我这是计划好，计划通。反了！这场我他妈在篮球上都抓不过那个鱼柱，好扯！我跟你讲，猴子打什么阵容最爽？真的是高搭啦，真的是打挡拆阵最爽。不用了，你那个后撤只要控位干，真的是必经。没事啊，干这个是我自己操作有问题，好不好？高，我跟你讲，最强的是高沙阿木，高，反正阿木配猴子是真的很强。人家鱼柱都去丢那种球来丢辱人，侮辱我。气死！被叫小二羞辱两场，我想最强真的是
猴子，然后拉就是阿木，然后樱木，你樱木站在最另一边，然后就不要再进去，然后猴子直接单挑。是我那个，是我。我算了，我不玩猴子，就这么简单。反正不熟就别玩。我等到他变成变简单的那个，我不会每次一直按错，不会按错的时候我匹配多练一下，不用啊，没那么多时间，没那么多时间了。反正等我等他那个，我等他那个，等他那个什么，他那个什么，他那个后射我可以完美按出来的时候，我就会变屌。那你要练习，我的阿木跟樱木，我至少匹配都练了100场，我才拿来打排位。鲁巴这样讲，让我看一下我哪些角色不到100场。你很多角色第一场就拿来打排位，没有那么恐。好了，是没错。我失去判断力了，我不是失去判断力，是我按不出我的那个，我按不出我头脑里面想的东西。哦、阿鲁巴，我被阿鲁巴扩吗？操修假，选三井。什么叫你死了？阿鲁巴，阿鲁巴，你有被阿鲁巴过吗？有我们在场的各位有人没被阿鲁巴过吗？三井，你坏坏。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是你阿鲁巴别人，就是别人阿鲁巴你啊，应该是很正常了。没有，大家还不懂。三井要被盖爆。陈浩，你是不是不知道阿鲁巴是什么意思？知道啊，就两脚开开啊，撞树、啊。你也会知道。我这个是天堂的阿鲁巴，不是那个的阿鲁巴。失去的阿鲁巴，很久没看到陈浩第三，是不是？哎呦，看来陈浩这场应该是可以把三井吃爆哦。让我一定是把盖爆。让我再让我回去王牌上好不好？可以啦，鲁巴不要担心啦。Don't worry about it。鲁巴跳就很稳哦，樱木很好跳。哟。我要进去晃一下，骗个助攻。没进。对啊，先给我，好，算了，没关系。我等下盖单井，我先储能量啊，充电宝。我跟三井的转身呢？完了，我卡住了，碎啊、哦！看鲁巴赞哦，可以啊，碎啊、哦！奥兵，神仙，你去外面拉第三，你在那在篮下没有？我没有能量啊，拉个，没有能量。睡要盖掉，太晚，我知道他要上篮了，太晚，妈的逼，妈的，哇、哦，看这个三井，花了发科，睡要被盖，哇。我挡住一个！我快点，我传给你，再传给我，快传给我！下去了，水哎、欸！你快一点，你可不可以打快一点 ？more 快 ，more 快，好不好？穿骗骨，你没有骗，不需要你骗骨，让我自己来骗，可以吗？啊！哇！好啊，孩子们，你们都没有去跟到他嘞！完了！Oh no！ 操，就跟他单机 ，SD。干，这是你这辈子投的最后一颗三分球。哦、oh! ！到底是你要打进攻，还是我要打进攻？你打、啊。那我跟你讲，你拿到球，请直接回传给我，我要骗那个古川，可以吗？室友撞田哈。完了，另一边我死了，我跟不到。哇！靠边嘞。干我真的干这真的好烦，好给我快！睡啊，三分，干你你怎么跑三分线去？睡啊，可以出手了。你看你你晃来晃去，你直接给我，我就 catch 啊！进啊！好啦。我好不容易把古川，我把古川骗掉，你不给我？哇，这个三井为什么？
干嘛啦？操修件，被这样直接盲底，底的好。操修件，他没了，他没招，上来上来。哼，干连盖三锅，我干盖不到。靠边，哦，被顶进了。不是啦，看这三井有没有这么屌的啦！啊，好屌，大啦！终于看到你的第三了，终于看到你的第三了。大啦！跳修喂屁啦！哇，怎么可能？那我气死！我再拉一拳，再拉一拳。没能量，拉不动。帮帮帮，给我个能量，给我能量。现在怎么样？直接给你直接。来给我，你要我怎么样？好球，碎啦！对，你就接到球，直接给我就好了。古川，哇，完讲完了，我的锅，我的锅。卢宝，不好意思啊，我们要三连败的吗？耶、yeah ！巨。所以要骗那个大，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卢宝还有一分钟啦，他没大啦，他吓唬你的啦。干掉他！哇，完了！这才是我真正的实力。爸、啊，啊，没能量啦！没能量，好惨啊！你有没有再多一点慌乱？你能量怎么？不要再晃啦，兄弟！不要再晃啦！没有啊，能晃倒我就可以顺便累积能量。我有大，我有大。好了，兄弟，我决定了，我不适合玩攻击手。啊，十八！等一下交给你玩攻击手啊，都交给你了。靠，别这样打，好烂。反正有意思。我跟你讲，如果我玩攻击手，我跟你配在一起，肯定输。撞棍。这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两只都需要求全的角色嘛。对不对？你需要求全，我也需要，我也需要求全，那就死定了，好不好？接到了，好球，没进。我是篮板王丁木花刀。哇，古川改弱了吗？我不太确定，没玩到几场古川。没有大招，不然这一球我一定地下。没进哦。篮板球。对啦，哎，这边还有机会啊！我有自信三分，所以你抄一颗其实是有机会的，好吗？啊，烦！哎，盖下来没有机会，啊，捡不到啊！啊，烦！他们差一点给机会了。干卢巴这场霸板呢、欸？干就还打，我还打成这样啊！真的是。来吧来吧，我们找回原本的打法。我都降级了，我都从最王一降到最王二了。靠，你又掉下来了。掉到王牌一了。那传奇都……我跟你讲啊，我们以后不要两个都玩要需要求全的角色，直接 GG 啊，绕赛。来，你先选。我在、啊，我玩池上就那个、啊。你是想要让 Luba 的生日集忌日是不是？干 Luba，、啊、那不然我选内藤啊，哎，给 Luba 打那个啦，好不好？你打选一个主板，他不好抢啊，抢内藤、啊。哎、欸，不对，应该是我玩主板，应该是我玩内板会比较稳。对，你也知道啊，你把怎样？让你看一下胜率多少。我心脏好痛哦、啊！完了啦！那对啊，干你那什么比较稳，我还可以拿个高沙什么。啊、他把高沙拿走。我心没有啊，刚好可以先拿、啊。我心脏很痛，你知道吗？哇，这样我主打，哇！一定是你主打，不用怕卢巴，一定是你主打。就是他妈硬顶就对了。看我心脏超痛。不用怕，一直玩，他本来就不用怕。真的、啊，对，看我的工艺，组合100%工艺，
没关系，卢巴都不害怕了，我在怕啥小？不用，我他妈至少还有个怕啦，卢巴都不害怕，我在怕啥小？卢巴为什么有三分四十的钱呢？哦，我练啊。想看吉华没问题，没问题。我现在你们想看谁就玩谁了，没问题。我希望聊天室能冒几期，说敢希望这场会赢，好不好？聊天室可不可以冒几个期？会啊，没问题。不然我真的心态炸裂。进啦！不然我真的心态炸裂，我真的是现在都感觉我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我手一摸。我不管你们守谁，反正我守三下。我守三下，我守三下。那我不要。我现在要停止我脑内的一切思考，这样我才不会，才不会。再一点，哦哦哦，碎啊！我现在要停止我脑内的一切思考，我做好我该做的事情就好。我们剩下的就是交给天。篮板，交给天。剩下的交给天。我现在只想把篮板，只想把篮板抢包。哇！我什么都不想做。帮我挡一个，帮我挡一个。好。对，好球啦！太棒了！干我这个鬼挡拆！卢宝生日光环，拆人！慢了慢了，我的锅！对哦，好球！我没事，这样还行。我现在只想把篮板抢包。篮板呢？篮板，篮板！这个就不是我的。那条要捡人板。好的，看到没有？捡不起来。看到没有？跟到。板了，板了。哇哇！这个组合666，干你你！卢巴这个很爽哎、欸！我他妈干死你！再来，我干死你！干你个头！倒边，我错。卢巴三分潜能。我大绝，我大绝。卢巴三分钱能多少？不知道。哎、欸、哎，篮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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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哦，没吸到。怎么这样？碎掉了，掉了，是不是？没吸到啊。碎啊！篮板，篮板，篮板。干！我的锅，这个我知道，我们抢好。我干，我要干死他。没事，没事，没事。干死他了！干死他！干死他！双干，双干。没抢到。操！你他妈下去！看到，篮板球啦！差点给高杀，吓我一跳。篮板啊！但我没挡好，这个我没挡好。嚯！干嘛了，高杀？哼！什么鬼？加油，一定赢！好，谢谢，谢谢你冒吉气。干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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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到，我干到。顶掉起靠背，光屁输你。来了，我挡这边，好这边。再给我一下，我挡在荧幕的这边。哇、哦，没有哦，我跳慢了，应该跳快一点。我想说我蓝圈。靠边你，砍了。没事啊，我有大，我有大，我有大了。不用怕了，我买你那么多分。我小哥哥，我有小攻击灌篮。篮板没进。哇，完了。我跌倒了，我干一个，我干到了，没干到了。卢宝，我刚被晃倒，不要动。我也被晃倒。卢宝为什么会投两分？鬼鬼的。篮板。卢宝是觉得赢太，你是刚刚压胸贼了。进了，进了。卢宝很兴奋，平常听我在那边喊，现在终于自己也可以感受一下。来，我干死你！我捡。在干嘛？在干嘛？水啊！哦，没进！哎，要抢！被大姐吸走。完了！哇，靠！被抓！进了，这个打不错。哇，他没进，他没，他太衰了吧？给机会。篮板。太远了。水啊！在干嘛？在干嘛？篮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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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篮板！在干嘛？在干嘛？篮板的试炼。对，撞掉。来啊来啊！水啊！来啊来啊！看一下，我看一下。水啊！篮板啊！有出手就有机会。来啊来啊！快点，再！水啊！再！太远太远太远！
路易啊，又给什么鬼？再来，我再想，我金字球，金字球进了，空位一定要进啊！啊，屁股都麻痹。哦，来，还有一球啦，进了，没进，再来一球。你们还不相信我的工艺，真的是。我没有不相信啊，我只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想把我做，把篮板抢好。嗯，为什么刚才有震动？有人抖欧夫堡呢？谢谢，有人抖欧夫堡，好久没人抖了，我去看一下。不好意思，我也看一下欧夫堡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刚刚篮板我几乎都没在跳，我在旁边看。你有两个，硬抢两个。没事啊，我妈呀。我们谢谢，我一球都没被盖到。奥富堡，哦，我现在，对啊，我现在的屁股好麻，左半边又麻痹了啊！我今天没有办法，今天我觉得我今天有个结闷在那个胸口，因为我家人在睡觉，我不太能够讲话，所以害我没有，还有那个气啊都卡住，我都恭维供出来。啊，那太棒了！谢谢聊天室的各位观众，刚才帮我集气啊，我们打赢了。对啊，来来来，哦，为什么？再升回，再升回，升回来就升回来呀、啊。好了，我玩一场嗨一场就好了。没关系啊，我觉得你这样玩好像我们这样赢就是赢要从输要说，就直接冲下去，好不好？为什么密码错误？那玩谁？一样啊，卢宝一样公益啊。那在公益啊。你一样公益啊。可以。场场都让我过。可以啦，来啊，来，哎，赶快选个主板啊，陈浩，主板。看靠背，哇。哇，顶掉去靠背，那没办法。没有，我本来想先抢。你自己选了，你自己选吧。那卢宝这场你要玩板喽。玩板啊，玩这只啊。板就得分，板就帮我挡拆吧，整打挡拆了。我可以得分啦，你不要忘记我的花旗，看你就不懂。我在打我的账号密码，你们慢慢聊啊，你们慢慢聊。我们的欧夫堡派奇，看一下。我操，对面都全服了。哦，我们刚才有个讲 J， 他说老师加 Luba 加陈浩加加油，好、哦，谢谢蒋先生。蒋先生，蒋先生跟我们，蒋先生应该是跟我们说加加油。蒋家人的后代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欧布宝不是讲话吗？我敢断定，蒋先生他就派起啊、哦，他爸一定姓蒋。哼，没错。按照这个逻辑，哎、欸，我靠，哎、欸，我那个、欸，哎，歪歪，前面一开始，哎、欸，我整个现在大那个，我卡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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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干啥小，哇，卡住，他现在是会宕机的那一种，我傻眼，好了，原来是刚才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没画面，然后整个大那个，我傻爆眼，好球，啊，不要，捡不到了，他问对方是抢法一幕。哦呦呦，好秒！完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快点！我现在超那个，你出手吧！啊！噔噔噔！我要吃爆一幕了！对的，主攻标哦！哦，好烦哦！超那个的，杀小啦！感觉在这个快要撸吧快要。结束生日的最后，我一个大肋骨整个会爆炸呢！快传 ！Kimoji， 不给你投了，不改！哎、欸，满了 ！Kimoji 瓦瑞的，哦，烦死了！现在有个肋骨，靠边嘞！欸、哇，你看，我真的是卡成狗啊！干你老师卡成狗，他怎么那么快就开大？哇，靠边嘞！完了。跟到，没进，好球啊，好秒，碎啦，在敲啊，敲手剑，回来了，敲手剑，小心突然一个，
长金努斯吉汉。哎、欸，我知道我的国，但是我现在很气。不是，我现在很气啊！我现在气是气在，我现在气是气在我超卡、啊，我就不爽。哎、欸，古川，反了，对呀、啊，瞄得好。他应该傻眼。靠边，我太远了，但是我刚刚已经停下了动作。好球，盖下。我靠，被扑到，好屌。哦，干这个工程这样传，真的是很。哦哦，我真的超烦的，我都会卡一拍啦！这个这个都碰那个这个塔，我靠！啊！哦，干什么又炸了啦？好烦哦，头了，痛痒！完了，被跟到，哇！干，我真的超不爽的耶！盖了，干一直扑，一直扑，一直扑，他很能扑哎。板哦！是篮板黄金莫花刀。啊西！哦，你看，你们开局，开局都会动一拍。好了，到底是什么？好，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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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大局盖我这个。没进，没进，没进！完了！下半场。靠背，空大。我大局。哇，跟到没跟到？我大嘴，我也大嘴、嗯。我不玩。你算没大，我可以开。你算没大，我可以开大。我不想玩。我没什么胜。开开开！就被一般盖掉。好想不到。啊！一百球，顶多一个人盖到你。盖掉哦，碎哦。盖到我。哎、欸，古川，反了，我卡住一幕。旋转，旋转，不要远，不要远，躲在这里。碎啦，穿过他的巴巴。我没有气愤，我只是不爽而已。我花钱就是跟他拼秒，拼秒板。碎，好球，完了，干这一炮。不是，你有看到？碎碎碎！我盖了之后马上弹射，但是他都会慢一拍。我这个真的是。卡板又掉，哇！我已经北蓝了，堵蓝到不行。板哦，碎啦，好球。怎么突然间回来？怎么突然间比较不会那个？干傻小，来快点！进了，好球啦！哇哇！古川刚往左边跑，我就直接投。对啊，不是电脑的关系，我太我打我打我打，是手机的关系。为了梦想！我操我操！抱抱睡，还得抱抱抱整队！你靠边嘞！哇，这一球我再盖掉就真的帅了。啊，那场我秒到就过。我大我大。我明就地了，画面不会卡，因为他那个是卡，开了，他那个是你在操作的时候会慢一拍，他那个不是画面卡，是操作的时候会慢一拍。没进，卢巴没进哦，他跳槽了，完了，没进，我被卡住了，不得不跳槽，不可能，对，撞死，哎，一梦，他给我灌篮，我想不到，我没想到，终于，哎，抱紧追，看又没进。不要啊！看，没进还是没进？哇，打晕了，输了。没事啊，这场是我的手机突然出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完了！哦，干被工程摸了好多球，好烦哦。我觉得我买东西的那个。买东西的运气蛮差的，因为像我的截取的我也是买新的，但是才刚买回来一不到一个礼拜，就是我用第二次，你看我会黑画面嘛？同样的设备，别人不会黑画面，我就会黑画面。不会啊，我的也会啊，就偶尔就会黑掉。他是那个是无法控制，就是我不知道到底冲哪小。哇，工程刚那个后仰，然后绿了，哇，居然没盖到，我真的傻。唉。怪就怪自己，就是为什么不懂手机，为什么不学这些3C产品？他哪里出事情我都不知道。然后我现在看到我其实蛮喜欢开直播的，我也想要开开心心的打球，但是我不喜欢那个设备上的问题会影响着游戏的体感。就是我们又不是不愿意花钱，都花钱，你居然给我这种体感，你就让我觉得心情差。我不是用模拟器，我用手机啊。没有啊，你这个本来就是很多直播主会遇到的事情。真的假的？我偶尔也会啊，我之前不是也会啊，我偶尔也会说卡一下。你手机会、啊、你
重点是因为你手机现在是热的啊。没，我的不是手，我的是，我现在看我现在已经完全黑画面了，我就不知道。今天的我很不像平常我，对啊，因为很气啊，很气啊。那你也会遇到更多啦，平常心啦。你看我现在整个画面黑的啊，我出不来啊。你现在是游戏黑画面是？哎，卢板先拿，你先拿，先拿。干嘛？先抢到，先抢。遗嘱的。哎，靠边。没有，因为我一时间我不知道选谁。完了，完了。你是说你说如果技不如人就算了，但是如果是因为设备，你就会觉得很、这个很痛。对，如果把生日算了，如果把生日算了，看你要流川还是谁？啊，玩个得分角吧。心情超差的，那没人得分的。没有，我们这个阵容对到这个阵容，哎、欸，公益哦，他是阿神会比较可怕，公益就还好。没关系啊，路霸单挑樱木啊。我们现在我来盖公益二段，我真的都想要把，我真的会气到想要把设备给他，就是所有东西都重。没有啦，你跳，你就跳公益一啊，我固定盖他二，然后你马上冲去抢地板球。怎么会有人是你盖二了？你流川你盖二，你对公益吧，你就你盖一啊，你流川盖二，你确定？哎、欸，你们开战了、哦？哎、欸，老板。哎、欸，盖很久，你确定你要盖二？老板来了，老板。好、哦欸，我就盖二啊！快乐啊！谢啦，谢谢啊，谢谢三百多位观众帮我集气啊，真是不好意思啊。我是觉得会对不起你们、啊，就是给你们造成一个观影上的体验很差，我觉得很堵然。我干醉了，怎么会这样？啊，干超累。他不是老板，他老板没进了吧？路友好球啦！被干了。对啊，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就是我现在这边，我现在其实很难操纵，我的骨穿在飘啊，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手机拿哪一只？我拿 iPhone 11 Pro Max， 然后之前都打得很顺，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是看到我他跟他，你不是盖二吗？对啊，他刚那个已经移动了，所以那一定是我动了。我说我那个不知道为什么他让我就是。他现在成为我心头的一个噩梦。哇，这个撞点不错哦。是，靠呗。我被公益盖了。呼！是。古川怎么改法？我还不太确定、欸。我们先专心打吧。哇，跌到，好险，好险。好球。靠边！这是我错，这是我错。No man, no man。我直接站错边。他们也没挡拆，不是？他们有挡拆。好球！对啊，穿进去。有啊，刚刚内藤跟挡了一下。内藤在他正前方。哎、欸，没跳。对，回锅。好球，好球！对啦。在篮圈上，不要闹。给你，给你。Thank you very much。喂喂喂喂！又没进，又没进。ED 出现啦！哎、欸，好的。哎、欸，靠边！我要拆错边了，这我错，这是我错。你盖一啦，兄弟啊！好 ，OK，OK，、OK, OK, 好，现在改，我盖，现在改变策略。看你他妈流砖范围那么短，当然是你盖一啊。也是啦，好了，我盖，我盖。啊，我站在屁股后面，他飞哪我就盖掉，碎碎碎碎，哎哎哎哎，没事没事，哎，碎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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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是不是？我们以前就是你盖一，我盖二，你我又不用拆，碎啦！我等他移动，我再跟都来得及啊。也是啦。然后你在坚持什么？盖掉，臭小鸡，碎啦啊！果然是一群臭小鸡啊！是不是？为什么知道公益有大？他在三排，他四排啊，小老板四排啊，笑死！他可以去观战啊，我帮你们稽查呗。啊靠北！我这个叫做传说中的四排，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放了一个观战者在看对面。注意啊，好球！传说中的四排，传说中的四排。小老板的社团还在收人吗？我现在比较开心一点。我们这个四排，好球，好球，好球！听到这个四排，我直接笑出来。没进啊，卢巴。怎么样？好球，直接 catch。哎，靠边，我按错了。好险，好险。碎啦！
哎、欸，他要开大哦、喔，卑鄙四排，他要开大，他这里有大。喂，没事啊，没事、啊，没事，我跳不到。卑鄙四排，卑鄙原之助。水啊，好小心啊！没关系啊，反正我现在有大绝，我管他，我不管他，不管我就算我不知道他、啊、没有吸到，他有大绝，他一场也是一定会有一个大绝，侧边盖不掉，所以四排不四排其实没实质上没什么帮助，但是就是很感觉很好笑，就哎、欸、跟你讲啊，对面有大、啊，这样 QV 吗？我自己补，那个是一个很好笑的感觉，这个配合小作弊了。Luba 的版真的有够硬，那是必须的。还是因为他是生有生日加持，没有没有，不然怎么？不然他如果篮板不够硬，怎么能成为我们的篮板大名词 ？Luba 就直接，现在的很多人叫篮板不叫篮板，他们直接叫 Luba。好球，他们这谁开的？我开啊，大，直接叫 Luba。想开大，注意好球，太远、哎，这个没追到，大没进。没跟到，没追过，干嘛啦？我们看一下啊，老板来看陈浩做效果，顺便祝福鲁巴生日，我觉得是可以的、啊。谢谢老板过来祝福鲁巴生日。哎呀，我这干嘛呢？我下一度去，哎呦，我是亲自跟他道贺一下。感谢。我终于笑得出来了，这个四排是我今天笑得最开心的一句话。干，不然我今天都笑不出来、欸，因为我今天那个家人在睡觉，然后我就本来就比较压抑，然后又打得很智障，然后加上设备乱流，我就觉得态度劝机，他想开大，结果这个四排这一句直接让我笑出来，我整个开心多了，我们态度，我的劝机太一样。我的拳击太硬了！干！好看小哥，你扒我！斜的飞，斜的飞！你都不要了吗？啊！这招的台语叫“好看小哥，你扒我！”干，这是后脑勺追锅！哎呦，干这个就没盖到，丑丑的！哎呦！求！干，我决定了，我等一下要来恶心陈浩，恶心。等一下如果陈浩还有那个哦，我跳开。陈浩他有在玩流窜的机会的话，我要来玩阿姆。喂，好不好？陈浩，你敢不敢让我玩一场阿姆，然后你玩流窜？对啊，我来恶心你。敢这样干？算了、啊，我们难看，马上即时战略调配。我们难得现在这么开心，还是比较以牙还牙好。还是比较没关系，比较恶心。不是啊，为什么我们都赢得了，对方都赢不了，好奇怪啊！关心一下 ，And One 他还好吗 ？And One 很好啊。Luba一个人爆掉对方的两个板呢、欸？怎么了？现在篮板是几比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赢得了的原因，别人赢不了。为什么别人用一样的阵容赢不了？好，来，快点。有啊 ，And One 很好 ，And One 只是比较忙而已，他没赢。已经叫博阿斗，对呀、啊，很久没看到他了。我有跟他讲了，我问他说：“哎，他要不要玩一下？”没办法，毕竟人家也是我，对不对？人家也是 And One 也是生了两个小孩子的存在，对不对？现在家里多，对，孩子在长大需要用钱，他要为五斗米折腰，存在。请问老师，古川改什么？我不知道改什么。我听说改很多，但是我不知道。哎、欸，该不会真的要？我真的要玩阿木了吧？嗯，没差啦。干这样我会不好意思。结果对方一样选三级。没有，我等一下会用两。我等一下玩阿木的时候，我就不换，我直接传给你，因为我只是要帮你拉的，你听得懂吗？不行啊！对啊，你我晃的话，晃倒还可以做一个进攻。没有啊，你晃倒那个进攻根本就是多余的，你知道吗？就是敲啊。没有，你晃倒那个进攻是多余的。反正没有啦，我的阿木跟你阿木打法不一样，我是激进型，你是防守。你会影响到流川的节奏。你不信的话，我等下试试看。对。你那个你在那边晃的时候，对方的那个加速就已经回过来了。流川前面的突破传球就是骗加速嘛，然后就是再骗一个，然后对方就跟不上，结果靠北，你那边晃完，对方加速又回来。
哼，为什么在冲我在冲三小？老师可以开视讯吗？不行，我没有，我没有买视讯镜头，而且我也没有要露脸啊。我们哎、欸，在最后一场啊，这个已经11:54，已经等一下就要过12点，卢巴的生日被结束了。好吧，聊天室的各位观众，如果有喜欢卢巴的，有喜欢卢巴的粉丝，可以帮我们集气这一场，好不好？希望卢巴可以在。我是打到输啊，我已经开始闻到输的节奏。没有，没有，我不是说这是最后一场，我是说在卢巴生日的最后一场，不是说打完就要休息。骗，完了，我得过得过。好吧，帮我们哦，马叔也来了，马叔安安哦，什么都会公布到粉专名字，你们希望我粉专叫什么名字？你们可以帮我刷一下。靠！不要按错了，烦哦、喔。好球！我刚刚本来要学那个。刚下播，马叔刚下播，谢谢马叔。最后顺叔，我靠，来了！那么那个，你要死！叔叔来了！你干得到哦！为何输呀？为何？为什么他们换防了、啊？笑死！挡起来！干完了，太明显。小跑，小跑，再来。对啦，就是这样啦。是是我什么事都不用做，也可以帮你吸人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子。不穿。没事没事，我现在顶。我开了。好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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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碎碎，吼吼吼！我现在紧盯着他了。吼吼。碎啦去！别别别别别！粉专记得跟樱木花道有关系。你们赶快跟我讲一下，到底希望粉专叫什么名字啊？哦，拜佛来了，拜佛来了，吼！好不好？你们觉得粉专要叫什么名字？你们我们共同决定。哎、欸，我们先好好打球，好不好？我知道，我在打、啊。我的妈！我顺便问一下，好吧？你可以结束再问。我们先享受一下我们打球的。好，来来来，还想后仰？哎呦！哦，哎呦！我看帝王篮板，这个秒。优秀，优秀了，有没有？来，手举起来，对不对？再来一颗，可惜。有没有？这才是我要流川枫，就是你可以一直给小对面，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节奏很棒？就是咻咻咻咻咻，然后对面就觉得，干你到底在冲他小？双根，这个双哦，对不对？哦 ，Mustang。这个节奏有没有？这个节奏才是对的，有没有？这个就是静静。这个就是灌高方糖进进进出出的节奏，对不对？啊，如果阿木拿到球在那边晃来晃去，你不觉得很北吗？态度会，对不对？那个节奏整个都慢掉了，好不好？没问题，没问题。来来来，我可以第一球可以晃了，好不好？第一球晃，然后接下来就不要再晃了。有没有？手举起来，然后马上有没有这个进进出出？有没有？输哟！不要不要不要！哈哈哈哈哈！卢，你点错了，你怎么可能啦、啊？卢把那个整个按住，哇！我靠，到地上，这个肯定地得到了、啊，怎么可能不地？肯定地他啦、啊！我跟你讲，我存了三颗，我存了三颗帝王啊！我一看到那個，哦，你后撤了是不是？我地你，你后撤了是不是？我地你，他们已经没招了啦。那个是必地的啊，那个超简单的，你看到后车就地他就好了，他出手我都能地，没进啊，我帝王篮板，对不对？三个一起跳，是不是吧？看这音乐跳跳起，想后仰，他怎么都不惯呢？干、啊、慢了，这我的锅，再慢，我按慢了，因为我刚才想要进去盖先刀，我的锅。对啦，对方已经被我们打得体无完肤了。体无完肤啊！后仰啊！我现在他就他他就灌篮了。什么？都投出空位投篮的硬式地调，那是必须的。好球，有没有？吼、哦，你看到这个进进出出，你有感觉到那个 tempo 吗？他被这招吃几次？有没有？就直接传回去就好了。因为古川、啊，我自己玩古川，我最讨厌这种流川哦、啊，就是很。哦，看，又是拜佛，他会递他，不用递啊！我看在我面前投后仰，你我递他干嘛？没进哦，我的帝王篮板。哼，看他们完全被打烂，他们已经毫无招架之力。那是必须的。
好球啦，哇，这个回旋镖，刚那个仙道已经没能量了吧？来，你有没有手举起来，然后再举起来，是不是？再举，再举，再举，弄死他！就是这样哦，干！灌高方糖镜，从今天开始我要救流川枫灌高方糖镜。哎、欸，我来了！哎、欸，我要出去了！哦，干卢巴一个修路、欸，我盖你，但是我不捡球，没进哦。哎呦呦呦！我去啊！哎，完了完了完了！哇，好远好远啊！如果你刚刚飞过那个地锅、啊，就更帅。没有办法飞啦，看那个怎么飞啊？那侧面是没办法，侧面没有办法吸那么远。看卢巴，卢巴想来是不是？那我从来都没用流川补蓝过任何一次。你从来没用流川补蓝过是不是？没办法，这都没有。我明花型就这么会补，流川一次都没补到，超球，他讲后援。什么鬼、啊？干，篮下，他篮下传球，他不太顺了啊！耶、yeah, ，刚好打完十二点，卢巴生日快乐，好不好？希望今天你这个生日过得开了，你最后这一段时间过得开心吗？我觉得我自己最后段时间蛮开心的，我终于笑出来了，你知道吗？我又打回去传奇。去啊！今天先帮卢巴完成他的心愿呐。先王牌三打晋级。我觉得我们本来就是这样配合的，一个辅助，一个进攻，一个板。干你娘！我就刚才跟你讲过了，就是你他妈我为什么玩进攻会一定跟你打一定会输？因为你他妈会需要球权，你知道吗？就跟你说，干把球传给我，第一时间把球传给我，你在那边晃，硬要在那边晃。我就不甘心当绿叶啊！你就王八蛋啊！不是绿，那不是绿不绿叶的问题，那个是心，那个是一个节奏的问题哦。英雄夜是什么鬼啊？英雄命啊！我终于笑出来啊！我终于笑出来啊！对面一个王都没有了。我们刚才是把对面什么主攻王、篮板王、地板王都捡走，是不是？阿木是用主攻套啊？对啊，我是用主攻套啊。我又不超球。流川被拿走。你自己选、啊，你选一只，我辅助你啊。把心交给我。你先拿、啊，没事啊。穿，哼，换我来打爆他。我看，因为你一定是对流川了，那我就看一下吧。哎呦，他们这是什么组合？这是什么鬼组合？这是什么鬼组合？晃晃组，完全看不懂。好鬼，没有啊，这个组合是很常见的。真的吗？这个主人能冲阿小，老师还是乖乖当工具人啦，秀东西秀交给陈阿小。啊、对，我现在去盖啊，我们直接当工具人。谢谢，我们谢谢聊天室的各位跟卢巴说生日快乐，谢谢哦，谢谢非常开心，非常开心，今天卢巴生日，我都想不到、欸、我们群组里面有超多人是巨蟹座的，就最近好像还是。我们今天开直播的时候，陈华跟我说：“哎、欸，干，你怎么每次开直播都生日？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这么多人巨蟹？每次开直播都有人生日。对啊，而且我最近也快生日了，好不好？什么生日？啊？我什么时候生日？我不告诉你。我都把每球都跳。我怕你。先想一下，先到要怎么？哎、欸，我对位流川枫吗？好球！喂！我靠！你被福田盖爆，什么鬼？太好，他太好踩我，我盖他短身哦。哎、欸，哇，这个什么？哇，这是一段哦。我觉得一段是比较不好的。他的那个姿势也太那个了。我没有撞击到他，害他用出来。锦囊。哇，这个就很卡，我力量卡不过他。跟他外线啊。我靠！我还被撞飞，我好像被骗了。哇！啊！No my 了。干这哎、欸，这个妈，这个我这个王八蛋，那怎么为什么开局要撞我？我又没有要干嘛，然后撞我，气死！妈的，流川枫是有病哦！开局在撞三小。福田在哪？福田在哪？福田在你旁边、啊。你看。哇、啊、完了！我现在都在猜啊，我受不了，我要用看的。
我认真模式到底会不会被盖呢？哎呦，感觉是空大哦。这个暗感觉是空大。你盖是不是空大了？空大，我没有空大。你刚才技能本来就要拿以后呀。你刚才那个诡异的盾牌，感觉是空大。哦，我知道传球，没有，我刚才想啊，完了，跌倒了，哦不，好球，死了，我跌倒了，完了，这下糟了。不站起来了吗？是啦，被他晃倒，他会用那一招啦，省下途径了，水哦，好球，哎，水，对，哇，我盖到了。这流川好秀，没有，这不是这流川好秀，是我现在。靠北，你不要晃倒了。太少手流川，我不要怕，如果把那个我帮你盖。干，为什么我一直没办法丢出银闪呢、啊？到底冲啥？冲太闪，一传。靠北，三段都被盖爆。Thank you very much。有没有？你看这个剩三秒，我还是会相信你把球传给你。我就不会在那边自己投篮，选择那个很笨的方式，然后说什么啊？我以为来不及。欸想骗我？小心后仰，小心后仰，好球，好球，滚呐！碎好球，没事，我卡住了，我卡住了，哎，没进，卢巴地球，我应该跳的，我应该试着去跳。小心后仰，真是麻烦。哎呦，球埋在手上，来了！哇，没盖到，位置没站好。完了，被抓了、啊！这个二段就猜的超准，好球，没进哦！哇，直接被他吸走了，我站在篮圈上了。小心后仰、啊，好跳了！哦，对，我的球，哦，碎了！靠边，哇，追不了锅！哇，这一球跟的漂亮，及时！传球啊！好球！那又没进。哇！挑不到。如果你没用挑的。用挑啊！还没给我。怎么来一决胜负吧？啊！是被解开了。他解开两个段数，你要小心一点。嗯，好烦。我是晋级对局。看，又没进。我刚刚怎么都被他吸走啊？我跳那么快都输他。哇，好球！哇，完了！没办法，我刚才我进去盖浮条。你这阵容真的很难打。没有难打啦，是我们。是我们那个。是樱木比较不好守浮条，好不好？不是难打，是樱木不好守浮条。我上次盖了一球。没有来。盖掉，好球！盖掉，完了！盖掉，哇！啊，你，我那个检举的 bug 已经被修正，真的假的？以后我不能连续检举成功四次。啊！来啊！可惜，哇！GG！球，快点！哇！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就樱木比较难盖，樱木比较难盖浮田的。不要玩老仙，我不要玩极仙的。你玩极仙就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流川的那个进进出出的那个快感。啊！樱木比较难盖浮田是真的，所以那没办法。好了 ，GG， 我们到底能不能？我们打到什么？打到那个打到鲁巴进阶，好不好？对啊，至少打入个进阶吧。还要再要赢两场。可以啦，不要担心啦，不要玩几天就好了。要二连胜。福田不知道得几分哦。我们看一下，看福田得几分。福田得了14分啊，屌 ，Go Go。到。极仙配射手超强的，我看一下。极仙配射手跟那个啊、哦。跟那个什么，跟集训猴子配射手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就是，你要看你的射手会不会帮你捡地板球，
然后，因为你如果被盖的话，你的地板球基本上就是配射手不是不行，就是你防守人员是会变少，没错。但是相对的来说，你的我们这一队的防守的，哎，你抢流川枫，流川跟古川啊，流川古川直接先拿啊，好，对啊，进进出出阵啊，干又是那个啊，又是三分。对，但是我们这一队的那个防守那个强度也会下降。然后虽然是两只，比如说尹先他可能是一个在里面打两个嘛，可是只要也有个弊病，就是你只要被盖地板球，通常就是会拿不到，所以你的进攻压力会很大。你被盖一球，你可能就一个球权不见，大概是这样。然后刚刚有一场对到我们，真的假的？哦，那是应该输。老师可不可以问陈浩？陈浩，你还在玩传说吗？你应该目前应该是没有了吧？没有啊，那如果真的要玩，是可以回去玩一下。有的时候可以来玩一下啊，可以啊。有的时候。对啊，等我到 Facebook， 我到 Facebook 开播的时候，我就会全职直播了嘛，对不对？等我到 Facebook， 看你脸。等我到 Facebook 开播的时候，我就会全天候玩游戏，我就会可以找陈浩玩传说了。好球，好球，好球！宁愿选择留恋，不放。哼，烧！烧！他一跳马上就要跳，对啊。直图灌篮就是他跳你就跳、啊。哎！留恋不放手。没进啊，被人干。完了！哎呦，投三分嘞、欸！三分流啊！他为什么会投三分？我、哦、没关系，我这样直接盖他。我这个是我想不到他会投三分。我倒，靠呗！我超好球，盖倒。直接灌爆你奶奶！谢谢马哥懂你。只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念懂你。卢宝，你盖一啊，我盖二啊。回，谢谢马哥东呢。好挤，马哥东，要、欸、干我倒了，一级牌，好险是两分，那个鸡拍，没有差一点，差蛮多。什么时候去 Facebook？ 7月1号，看你回，没嗯，看你找到漏，你找到他们漏洞嘞，他们很难盖你内线，福田跟那个樱木都不好盖，好、啊、还想晃。这个贱人木，哇！朗基努斯之枪，卢巴就在篮下而已。哇！他看左边，他妈的，直接大家直接给我来一个。没有啊，卢巴就在篮下、啊。我打第二球。朗基努斯之枪，什么鬼啦？你学朗基努斯之枪？啊！我操！眼睛在看左边，没看到他没。电量不足二十趴。哇，这个没盖到！哇，对啊，怎么可能？我打完这场要出来插个充电器。举呢？哎呦，好球、哦！干，你还想要投三分吗？你敢不敢再投一个三分？没看到。哦，哎、欸，卢巴，好球了！哦，好球！卢巴这球看得很准呢、欸。哦，这个抓得很棒哦。哎、欸、哎、欸，我在干嘛？我在干嘛？我在干嘛？上花小，去！哎、欸，为什么你那个进进出出感觉不见了、啊？你的方糖镜呢？没有，因为有阿木，我怕被敲，所以我不太敢。你就直接晃来晃去，你原本就抖一拍，他怎么能照得到你？抖一拍就好。啊、哦，完了，被挡了，什么鬼啦？什么鬼啦？玩什么鬼？看那个死樱木，他没注意到你被挡。不是，重点是这福田不会去，不会没进啊，没进啊，完了哇！他不会去补防你，你知道吗？他觉得没必要去补防你。是你完全用错。哇！你先突破传给我，然后再接球突破，有没有？对，就是这样啊，这张节奏不是出来了？他的是因为刚刚我们遇到古川，他会去补防你，所以我在他面前可以一直控位。他不是补防不补防，是他你这样对方，你可以跟对方强迫猜拳，盖掉，我盖到，盖到，哎、欸，差不多要帝王了，你盖，我盖，不要怕，我有大啦，完了，盖掉，
就是你也可以直接，你可以直接顶头，你知道吗？如果他要盖你顶头，你拉一拍，那你拉，你只要拉一下，那不就空位了？对，这样 Q very much， 就是这样，這個、你就对，就是这样，就是进进出出啊！你要让对方又要猜，又要猜你的树头，又要猜你是不是位移，哦、球球掉了。你这样，他那个整个节奏感才会出来啊。你这样那个整个人那个防守你那个会觉得头很痛，你知道吗？我懂，我大概懂你意思了。你现在才懂？那你上一次是、靠边，你上一次、你上一次是直接无意中两个东西无意中用出来的，对不对？又是朗基努斯之枪，朗基努斯之枪啊！哦，对，我忘记跟大家讲了，马哥也要去 Facebook 开直播。马哥也会去跟我一起去 Facebook 开有底薪的直播。朗基努斯之枪，朗基努斯之枪，什么鬼啊，智障！哎、对，可惜，浪了，浪那个崩啊！锅都出不来。来，直接抖起来，不要怕，直接抖起来。来，再直接传，有没有？好球啦！哦，好球啦！球了，没有个自信三，是需要那种东西。我们来一决胜负吧。你给我下去了，我盖掉了。我让我盖到了哈。小心浪击我。把你那个盖掉，我看你福田还能怎么嚣张、欸？为什么变这样？我怎么知道？哎、靠背，我二段的、欸。没关系啊，重点是靠背啦。我要二段的呢、欸。靠背，你跌倒了啦。哦，二段，我的光，谁跌倒？我跌倒。果然，朗基努斯之枪是最强的。哈哈哈！朗基努斯之枪连续得分。哎、欸，再一场就进去。哦，压力大了。老师之后都会连续直播吗？我之后是啦，游戏直播都在最后一场了，我们直接用那一招了啦。哪一招了？强迫上分。好来啊！强迫取分证啊！我之后的游戏直播都会在骨串有没有被削弱？我今天玩不太出来，说真的，我今天玩不太出来。先拿到一幕再说。哇，史蒂夫夫又来了，史蒂夫夫来了。零板，看一下，零板就蓝零吧。我之后的游戏直播、啊、都会去那个，都会去 Facebook，、啊、但是影片都会放 YouTube， 好不好？影片都会放 YouTube， 直播会在 Facebook， 影片会放 YouTube， 就区分开了。这样的话，我的频道会比较干净。教学就是我的频道 ，YouTube 频道会只放教学影片，会比较干净。如果你不知道玩光阴吗？先拿一幕，先拿一幕。玩光阴啊？对啊，你玩光阴呢、啊？啊，我玩那个啊，我玩那个光头。就可以拿五指针。为什么老是直播跟影片的声音差那么大？有差很大吗？我也可以用那个、啊、影片的声音跟你们讲话。影片声音就是、大家好，我是关老师，然后今天要分享的是叭叭叭叭叭叭，好像是一样。对，影片声音大概，影片声音大概是这样，就是会说，哎、那个我们今天要分享什么？但是如果通常我在跟陈浩讲话的话，我的声音就会直接变成，干你娘，到底冲他小啦，吼，到底是怎样？有病啊！哈啦啊之类的，好不好？就是不同。那个其实声音都是同一个人啊，只是说看你要以什么，要有没有你要不要咬文嚼字去讲话，大概是这样。饮料，爆他是吧？啊，这种声音，什么啊？这种声音？对啊，他们都是饮料。我们爆他！哎、欸，完了！现在是谁守谁？我突然间莫名其妙就这样，为什么都不玩自己的账号？有啊，我会玩，我有曾经。我会玩自己的账号，但是因为我怎么说呢？我通常都会拿账号出来测试嘛。我自己的账号就无氪角色，是要测试什么？对啊，当然是。我是做教学影片的嘛，那我总不能就是千篇一律的做长发荧幕的测试吧？没劲啊，银钉掉！哇，完了！我被卡住，我看到。你要守谁？我守阿姆，我单守阿姆。我倒了。我干扰到，干扰到，不要跑，不要跑！哇，这个跟的漂亮，好球！不要跑，那个弹射就是留起来。哎、靠边你！右边，快点！没进哦！我经常打这种原版，碎啦！好球啦！安尼好球啊啦 ！Facebook 是定时的吗？对，没错。
哇，烦死人！可恶的阿姆，我这个越野在玩保护伞，哇，越野在玩保护伞，哇！啊 ，no！ 难不成我们遇到了另外一个北兰镇？没进哦，卡好，所以我们遇到了另外一个北兰镇。去，这个是以前我们玩的保护伞战术，哎，真是北兰，感觉被抄袭。我们真的是开拓战术的，算直接切了手三了。没事啊，没事、啊。跌倒，好险！不会吧？我觉得我快盖到他了，这现在都没倒，我觉得我快盖到他了。哇，干你老师、欸！你下去，好球，有没有？我这个直接一个预判弹射，就问你们怕不怕？卡住了，好球啦！这个档哇，有没有啦？那个是垃圾阿姆，那 fantastic，perfect 了，快盖到你，快盖到你哦！啊，月，我快盖到你喽！你怎么没有后仰啊？我快盖到你了，快盖到你了！哎呦，啊、可惜了。哎，鲁巴，你不用管，完全没你的事。你是七六手杀吗？不用了，不要急。没杀。没进哦，八个板了、啊。有一种定过来啊！哇，可惜。哎、欸，你不要在墙边，不然那个地板球会捡不到。好球！哇，好球！可惜。哎呦！一、二啦！好球啦！干什么？老是用变声器，公山小。哦，快干！我看我干这球，我以为出去了嘞。猜到。不好意思，我刚以为那球出去了。你要帮他顶。哦，我倒了。完了，死了。那阿木很会干，看来不能大意，不能大意。来，我帮你挡，帮你。好球，没进啊！卢宝来，好球！我们先不要打野，碎了，没打到，没撞到，很可惜。这边，碎了，他摸了，好球！直接逃走，你看到他猜错边的，因为我在旁边，直接加速逃走，笑死！加速逃逸，干来啊！你用我后撤啊！你用我后仰，我倒，我直接弹射，完了，干！哇，好烦哦！这个真的有选光头手，他真的是有好有坏耶。没进哦，碎，好球，真的是有好有坏。去，进啦进啦，尬起来，我们尬起来，我们一起尬三分，跌倒了。哇，我就知道，该好烦哦，这个真是腿太软了。重点是我们这个组的腿太软，我挡到了，漂亮，这个挡完美。重点是我这个组的腿太软，如果我是配古川的话，他们就没得玩。你要开大跟我讲，就帮你挡菜。变，你过来鱼柱过来反而危险。哇，干，好球啦！下一掉，哇，跟到，好险，抢到了啦！我有大，我先把阿木的大局骗掉好不好？来。我先开个大，抢地板，哎、欸，他捡不到，你把鱼柱大局骗掉，没有，对啊，是把鱼柱大局骗掉，笑死，哎、欸，哇、哦欸，可惜，没追到，现在在电话屏幕上，啊，可惜，哦，进了，哎、欸，我们应该是赢定了。好吧，我们应该是赢的。操手机，哼，不可能，完了，两个都倒了，笑死，完了。没关系，他投不了三分。好，停运晚安，传的好。你要不要？你要敢不敢来开个大？哇、哦，你有看到吗？他把那个阿木弄离家呢。干这个，阿木是我刚那球递过，有办法再往前飞吗？没办法啦，但是没办法往后。对啊，你以为他是妖？欸、我踩这个神圈速超快的、啊，你看到吗？你以为他是妖怪是不是啊？我有大看到，但我这样防守超强的，我速度超快的。来啊！爬机位，爬机位，我、哦、又来，不要怕，好不好？开个大，骗到啦！你以为你很会地吗？来个二，他三哥地王都没了。来一个二段你就递不到，哎、欸，对啊，三个地王都没了。卢巴好，换一个第三个点，我要盖他。
呦，欸，一秒能不能投？那要看球门在我手上啊！快，直接投！直接投，直接投！什么鬼啦？我是叫你给陈浩投一下。哦，是陈浩投。哦，对。哎，欸，他说，我们有人说那个你唱的歌是什么？未接来电，陈浩的歌。莫宰阳。莫再提。什么鬼？那什么？莫再什么？他那，哎，欸，最近有一个测试是测试你对就是港片的了解的那个。我84分。屁啦！真的啊，群主太扯了吧！群主大家都有在玩啊，我82分啊，然后群主里面有两个人84分，那个二哥跟那个高桥吾郎都84分，我82分。是，对啊，你们那个年代也是。我那个选错，我什么巴黎铁塔翻过来，我写巴黎铁塔翻过来，哦欸，那个我真完全没看过，那部完全没看過。我写那个什么巴黎铁塔翻过来翻过去，结果是翻过来转过去，什么转？三集完全没看过，哎，加油喜是第一集，哎。还有那个什么，那個，史蒂夫说跟露宝讲他生日快乐。好啦，直接打到输了啦，打到输吧，再来。直接打到输了，好不容易上来又要再输下去啊！露宝，我们就只用这个阵了啦，这我直接带你上传奇啦。白痴，我屁股太麻了啦！干，你们是智障哦、喔！今天是已经开两个小时了，欸，不是今天是不是特别日子？也是啦，也是啊。那你可以唱麻雀吗？你要不要唱一下麻雀？好，等一下，你唱啊，特别的日子是不是要把特别的屁股给他盯一下？你在说我那个老人在唱那首歌？哎，谁没按？你赶快唱麻一下，你赶快唱一下麻雀啊，快点啊！看一下歌词。什么？每次跟朋友玩，他玩周末，你就跟他讲鲁巴板哦，笑死，鲁巴板哦，板哦，什么北斗爆菊拳坏？哎，欸，鲁巴先拿，不是，啊，先拿那个。内藤啊，好，哦，来啊，哦！给让他小，卢巴要不要来唱一下？卢巴，你要唱一下吗？唱什么？哼，唱麻雀。哦，不行啊！哎，欸，我真的是极限，我现在还没有买椅子，你知道吗？我现在我如果坐在床上开直播，两个小时已经是极限了，会死力。那可以换个地方吗？没有啊，我这两个小时我都因为我现在卡的是我的线跟设备很容易接触不了嘛，那我就会变成说，变成我在玩的时候我的姿势就维持不动，你知道吗？我不敢把脚伸直，我也不敢冲他笑。那，啊，你怎么知道去买？明天吧。所以你是盘腿坐在床上？对，所以两个小时。盘腿坐两个小时啊，难怪。对啊。到底谁会盘腿坐？没办法，啊，因为我脚不能往前，我不能脚不能往前伸啊！我往前伸的话，我会踢到那个直播线嘛。反正就是很诡异啊，没办法。那就躺着玩不会了。我躺下去，我躺下去，我离麦克风太远了啊！那把麦克风往前一点不会啊！我麦克风都在电脑桌子上面，没有麦克风不是耳又不是耳麦，干它不能移动啊！难怪屁股痛，对啊。好啦，虽然这么可怜，但是还是跟他拼了啦。拼你老母！睡啊！哦，三井直接慌了。盘腿对尾椎很伤，真的假的？看，啊，这古川在干嘛？完全不过来，对吧？哎，欸，我盖三井的。古川该被我撞了，不是吗？跟到，反了，他们是放弃了，应该没有了。睡啊！哦，没撞到。睡啊！他跳快，他在意的。在那边跳。所以古川老师问题很多，对啊，我问题真的是蛮多的。喂，跟到，漂亮，水哦！哎呦，好球哦！当个挑球狗，当个挑球狗，我被盖了，哇哇，当敢忘记了，敢有三点的话就当个扑球狗。好远哦，好远！你没有你，欸，三井的后侧的话都没有。你跟着三井好了，哦，不然刚刚我们在那边晃来晃，晃来晃去。哎，欸，好球！打了，打了对呀，放什么鬼？古川改的如何？古川，我今天玩起来，我觉得我还测不太出来，因为我今天是实战直接打的，测不太出来到底有没有改什么。我感觉不太出来。啦什么鬼啦？你这边卡住？怎么可能？三小，啊，为何？好了，我来帮你守了，我来帮你守了。太快了吧！能量套差不多。苏瑶没进，不是哎，欸，刚才两分而已，欸。
卡奇，哎，被抓了，被抓了。他扑球啊，他扑球是有能量的，三井扑球是有能量的，是吗？对啊，三井是唯一扑球有能量的哦、啊。哇，跟不到，跟不到，力道赛，不行不行不行。哇，怎么办？我七二手三哦，我不管古三哦。不可能，好险好险好险，直接 catch 直接 catch， 干又被干，完了。哇，完了。来，我七二手三，七二手三，七二手三。这是我们的天敌阵哎。天你老木啦，明明就你在那边一直在那边前后前后，到底在前后什么？进啊！你就是用顶的啊！啊，三井站屁，三井站那么远，你要往前给古川盖，这个怎么可能是天敌、哦？这个是你的，是你的锅好不好？还敢讲天敌？是呀、啊，哇！我在 K 一颗。对啊，我们的优势是有双板啊，你只要不要被盖都好球啊。睡挡到没进哦，没事没事没事，不要被盖都 好，你只要不要被盖都好球、啊、你不要特地去跑去给古川盖就好了。干烦呢！一段给我下去，哇靠呗！慢一拍，哦嘘，对，就这样好用。你这样有出去，没有？这我的锅没差没差，我们等下还是有机会。没大没大。没干到，哇！好球，好球！你就一直去远距离投篮也可以，远距离对对对，就这样就好了。你最近有一场你就一直在那个地方，然后一直投，就这样。被球丢个两颗。对啊，你能投得出去就是好球了。到是篮板王丁木花刀，好球！没进哦。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投得出去都好球，你不用急着，你不用一定要找空位，没差。哎，靠北，我传错了，传错。去，是不是？你今天你这一场会被盖，就是因为你一直想找空位，但是你一直冲去给古川盖。结束了，我觉得我们闻到赢的曙光。他还有大，哇，我倒了一段，完了，可惜，没事没事。还有大，还不到底，没事啊。我现在我对现在的陈浩是有信心的，他开始顶起来我就觉得赢了，知道吗？没进啊没进啊，顶就对了顶就对了，我跳慢了我跳慢了。我一段哦，烦啊！没关系，我这次有弹射的，靠不要弹错边，哇！啊、哦，真可惜，守不住那个三井，你看，没事没事没事，管他守不守得住，没进啊！有没有篮板？完了，没事没事，完全都是他的，哇，糟了，没事没事，直接被他搞爆，只差一球而已，不要怕。没进，没进呐 ！No my 啦！不是我的对手，进！是不是？是不是追回来 ？No my，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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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No my， 他总会被我盖一球的。我们就站在，你不用进的，其实你不用进一段呐、啊。你看，就说他总会被我盖一球的。我倒，一段好球，好球，好球！哇，没盖到。啊！看为什么是啊？是他波到，不是我波到、啊。好可惜，好可惜。如果大，我要不要先开？先帮你把古川大绝骗掉。我先帮你把古川大绝骗掉。好，先骗。敢他不屑丢大、欸。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这球再打下来，他没大。花型有大，应该是花型开大。收好。等下花型大绝，我盖一段。好球啊，卢巴！哎，三秒。你传球给卢巴，我传球给卢巴，卢巴你直接投篮，他们都以为他又好球啊，有没有？干，还有大绝。干，太可惜了。灌篮跟投篮应该都有机会，这个是、啊、这是我刚刚应该用那招的啦，开大，然后时间暂停，然后之后大家都变慢，然后跑到三分线去打。我们刚才原本，我刚才如果成功的话，就不需要加速了。他没大，你懂吗？我们刚才没有打延长，你知道吗？我们刚才如果成功就不用延长了。他不会突然有一个大呢？干扰到，卢宝来吧。可惜啊。要不要我开大？你直接开，靠背，你这样就会容易被盖啊。你在那个你在开球的时候直接开，人家是不好盖你的。完了，被盖！没事没事没事。
那又被盖。好险好险！没事没事，来再来再来再来。好球好球！我跟你讲，你要是还有大的话，你传球到你正中间，你直接开，因为那个是三井，只有三井能守你。古川从旁边跑不过去的。我觉得三井有大。跟流川自信三分用法很像，你知道吗？二段，哇哇哇哇，没盖到。没事没事，27秒。我现在开大吗？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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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开来不及了。那我现在怎样？你随便打啊，赶快打进啊！能打进就打进。哇哇 ！OMG OMG OMG！ 右边，感他很懂判断。左边，二段。不知道你能不能开大？你有没有在啊？你没有在里面。赶快投，我有补扣。哇 ，GG！ 哇西吧！啊！你在赌最后一颗他盖不到？对啊，怎么可能盖不到、啊？我想说你挡在那边了。怎么可能盖不到？那个肯定被盖。好会盖啊！我不能再输掉掉下去，要不要休息？要不要？好了，刚刚说打到输了。好、啊，休息了，休息了。反正我手机刚好剩十趴，好不好？我电脑要充个电，我电脑没电。什么叫电脑充个电呢、啊？电脑可以充电就对了。干，我怎么一插上充电器，我屏幕就黑掉了。好，屁股要休息，我看一下。我们最后一样聊十分钟，聊到12:45，好不好？最后都有任何问题，想要讲什么话都可以跟我们说。那这个聊天过程，那国防部就算了啦。这个国防部，我就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撤其实很好跟，那看一下，一直把别人打下来，有没有什么？最后十分钟有没有 MVP 社长在收人吗？有啊，但是我们现在都有在，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是都比较爆满，目前还有人在排队，就 GG。我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先加一下 DC 啊，因为 DC 的话，我们是不限上，没有那个什么人数上限。啊，九九晚安哦，大家晚安哦，看一下，我们最后十分钟有没有人要问问题的？我刚才在打球的时候都没有回答问题，现在都可以问。我是不是觉得三十力加另外防守对最好？对光阳来说，我目前没有觉得。如果是单塔的话啦，我是觉得三十力加另外防守会最好。啊，对，我忘记跟你讲了，就是我们现在这十分钟里面 ，Luba 跟陈浩目前都还在，你们有什么想问他们，也可以一起问，好不好？我们直接每天都 QA， 我们没有在做什么10000 QA， 但是我们每天都 QA。为什么不考虑公益？什么叫为什么不考虑公益？我没有不考虑公益啊。公益有啊，也有玩吗？老师可以讲极限如何玩吗？极限我自己就是没有去研究到那么透彻嘛，对不对？那个讲起来肯定都会讲半个小时以上，所以这种东西就不适合在十分钟里面问了，好不好？小田适合什么潜能弹跳吗？我是觉得小田应该就我自己了解啊，大概都是弹跳跟那个竞争值会非常的厉害。福田直突会玩的有变化，直突用了一段抛球，通常要怎么分配比较好？通常怎么分配比较好？就是如果说今天假设你的中锋，通常都是中锋会去盖他的那个直突灌篮嘛，那这样你接下来怎么守他的抛投？就是你在对位福田的那个人，你要知道怎么样去追锅，因为福田的高抛他跟流川的高抛其实蛮像的。像引仙道啊、古川啊，都其实都可以盖一段，你都可以去追锅，所以旁边人要对位角色要练习追锅，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跟中锋好做一个分配。看一下，对引仙道对位的人怎么守比较好？对引仙道的人最白痴的方式就是你只要守他后仰就好了，然后你就开场就说引仙后仰我来，然后其他队友就要帮你擦屁股守一段跟二段。好不好？最白色的方式是这样。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合格守引仙道的人的话，你就是要负责守后仰跟他的篮下灌篮二段。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合格流川枫，那你就是要守后仰加上引仙道灌篮的一段。我个人是这样守啊，个人是这样守。
因为流川枫他可以近距离的时候可以回旋镖，所以他手的段数跟人家会比较不一样。我之后一样会做影片，好不好？鲁巴可以分享一下鱼柱带什么潜能吗？好，鲁巴，鲁巴，你的鱼柱要不要分享一下？你鱼柱带什么潜能？力量40，240。哎、欸，对啊，哎、欸，今天鲁巴你生日呢？今天这个 Q&A 应该是由鲁巴来做，好不好？我们现在老师什么时候转？没有啦，我生日过啦。对啊，你生日过啊，什么时候转到 Facebook？ 我在7月1号的时候会转到 Facebook， 看一下。只有直播过去而已啊，影片还是会放在那个，影片还是放在 YouTube 而已。对，影片还是会放在 YouTube。老师可以讲一下防守观念吗？手藤真，我们现在开始六分钟，就是全部的问题都是问 Luba 好不好？六分钟，从现在开始到45分 ，Luba 专场 Q&A， 好吧？你们想要问我的，想要如果有问题想要问我的人，我可以那个，我每天都会回，但 Luba 通常是没有办法陪我们到这么晚的，好吧？今天是他生日，他很开心，他陪我们这么晚。Luba 大颗是什么？鲁巴，你直接，你金韩版恭维生小，讲一下，鲁巴讲一下 ，DC 邀请过期了吗？我现在贴一个没有过期的，好不好？等我一下，看一下怎么，鲁巴你金韩版恭维，你白韩版恭维啦，你。如果讲一下话，你不讲话的观众会一直掉的。我在打字。你直接用讲的啊，看一下。我一样是43/43叫其中的。嗯。卢巴跟老师哥哥是好朋友吗？卢巴。从小就认识，然后我们是高中同学，高中的好兄弟，以前都篮球队的。卢巴前人是在饭团40、蛋饼40、轰炸10。什么鬼？卢巴能不能加游戏好友？卢巴有个叫初恋小姐想要加你好友，初恋哦。请问古川改了什么 ？DC 任何人都可以加，当然可以加啊。小武林没错 ，DC 任何人都可以加。我后面再跟大家讲，先加 DC。哦，可以哦，看一下古川改了什么，我之后会做测试啊，因为我今天打下来的感觉就是。他的火锅范围好像有一点点变小，就是，他的距离啊，直线距离好像有变小，但是侧面的距离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你如果会盖侧锅，或者有一场会塔卡小个八了，你可以从后面，有没有？你要是会从，你会盖侧锅啊的人，用起来应该是比较没有差的。但是垂直距离的话，就是指垂直距离。直线垂直距离通常是，我是觉得有稍微变得比较短一点，好不好？鲁巴稍微比较模糊，鲁巴现实打篮球也是打中锋啊，对啊，对啊，对啊，没错没错。老师觉得内藤改强有改吗？没有啊，内藤老改强，我不知道。跟鲁巴在巅峰遇到，他玩高沙帮我挡得很好，那是必须的。哦，只是阿鲁巴有很多，我们现在市面上充斥了很多假货阿鲁巴。就请那个很难，你很，但有些人模仿的很像、欸、我在 Facebook 看到就说，干，这真的是阿鲁巴吗？但是看他的惯用角色就知道不是他、啊，好吧？鲁巴，你要不要分享一下怎么区别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就点进去，只要是三勇水连胜那才是我。哦，点进去三勇水那个社团三勇的那个才是阿鲁巴。对，我看一下，刚刚有人说。光阴进阶福田进阶神 ，BS 小田进阶福田进阶工程，这两个阵容哪一个比较强？看一下，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光阴进阶福田跟进阶阿神会比较强吧。好，我们先把这个回答完，还有什么？刚才下面是我比较倾向于传统中锋盖攻的上篮，还是对位者自己拆上篮跟后仰，让中锋出去外面单挑樱木？要看那个、欸，要看选角、欸，就是如果说要看对面的选角，比如说如果说什么打什么空间阵啊，什么樱木啊，樱木古川跟宫城的话，我就会倾向于就是对位者自己去跟宫城拆拳。
然后看是盖上篮还是盖那个后仰。因为如果说你对位的你是选你刚好是选古川对位到宫城，或者是你是选阿木对位到宫城，你其实会有一个点位是你可以盖到他的上篮，而且并且 也可以干扰到他的后仰投篮。那阿木的话更好，阿木他甚至可以直接递锅把后仰打下来。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人守一个是比较好的，我个人这样觉得。那如果说像是有些人玩宫城啊，那如果刚好啊他们选了鱼柱加宫城加可能再加上一只什么光头樱木还是加流川枫之类的，那就不用猜啦，鱼柱就专门盖上篮啊，你我专门盖宫城后仰，另外一个人专门贴流川枫，就很好守下来了，好不好？鲁巴现实身高多少？183哦，鲁巴说183，看一下183 club 哦，哎，鲁巴还在，在啊。你还有什么推荐的剧呢？光追个对剧，欢迎疫情缓而已出来打球。好的，好的。鲁巴有用经济独立吗？什么经济独立吗？现实中篮球。看一下，请问老师为什么在篮圈上桌板吧？在篮圈上面你会被抢走的唯一原因就是你可能你对自己的板点是按的不好的，对自己的板点没有按的特别好，所以你才会容易被人家抓走。好不好？下次什么时候播？下次什么时候播？我因为我这个礼拜应该会那个会比较多时间在筹备，就是转载 Facebook 的一些，不管是筹备粉专啊，还是我的房间的一些摆设。我弄好的话，我7月1号就会正常开直播了，好不好？这几天应该是会临时开播，如果有临时开播，再希望大家来看一下吧。好吧，好吧，那就11:45啦，大家晚安喽。陈老师睡了吗？应该还没有。老师可以叫我 Facebook 吗？我现在还没有创 Facebook， 好不好？我有创会跟大家讲。感谢哦，拜拜，拜拜。好，陆宝晚安，陈老师晚安，拜拜。